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各位同学，大家午安，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阿弥陀佛。我们继续看这个卷顿历来的用法。上一次我们看这个皮雅那我草草带过了这不像我的风格。当然也是时间问题了有时候限于时间，我自己虽然说这个比较没有时间限制，可是也不想扯太多没完没了。可是可以读懂的，当然不能随便就带过了，所以我们今天还是把它读懂一下哦。那这个看一下 P 啊，我们整理的。虚里曰浑曰土肥总之土也肥啦，肥也是土了豚就是因为它很肥，看起来就胖嘟嘟的，所以叫豚嘛猪啊。虽然说牛羊如果长得很肥不瘦的话叫肥，然后。猪的话，死的话叫土那所以这个入殿，入殿它叫农司嘛木农司是农司吧，对不对？对，木农司他就说，这皮雅是入农司的。著作这皮呀，罗农诗的 他就说：“豚曰土肥我们上一次扫过这个是念土嘛？土肥。”豚曰：“土肥是盖坚之也。”礼记曲里，礼记曲里对不起，这个曲里是篇名号。以及这句话是兼牛羊就不分了兼之，这之是代名词，带肥胖的状态，不管是牛羊还是猪了然后要用土肥形容猪的肥是没有分土和肥了。所以古人你看他同样是肥，人的肥就不能用土和肥，所以现在肥，现在人说人长得很肥，那是拿牛羊原来形容牛羊的来形容人，这有什么？七星大法，对不对？对呀，这个是七星大法里头，原来是自然物变成来形容人类的物质身体物质方面。然后《易经》里头讲说：“性急臀鱼，正言臀鱼者。”那我们这个我们都认真一点不要草率，就把它带过去了，《易经》。这个看星汉集，这个一般的就可以。这个免费使用就可以。断句十三经就可以。性急臀鱼臀鱼即性急臀鱼因为这个中孚孚是跟性用有关的连臀鱼这一些东西你都讲的，这个急就是到达不会因为它是臀或鱼又不理它。跟他不讲信用，这个信用的威力是到达影响力说有效能范围是到达臀鱼，所以这里一样，我们可以加引号了这一次要比较仔细一点，能不能这样彩率？那正言臀鱼者，他说正言臀鱼就是。这里的"正"就是有点可能震惊吧，或正式的讲很正经的讲臀鱼，明明是讲人呢，为什么讲到臀鱼？刚刚讲过七星大法人就知道，自然人文本来就互通正言臀鱼者，臀为物而遁意。你看他刚好用那个土这个念遁嘛，这个缺念土，你看其实都是遁，矛盾的遁的声符声符。那鱼为物而潜草性所难及故也。
他常常这个臀，这个根本我觉得就牵强，所以人家那个姚继恒批评他说穿凿附会嘛。啊，猪怎么很会逃啊？野猪也许是啦啊，一般我们养在家里头，像这里讲的圈臀，如何逃逸？养在鱼池里也不容易逃啊，潜逃只是躲到水里头而已嘛，比较深的水里。那微物是说小，我们说你不能讲说微生物看不到，就是说微小啊，卑微啦，这里一个微应该是卑微啊。然后信所难及，那信用是很难到达他们那里的啊。这个难所难这个里的所就是强调用法的啊，信难及拿掉所可以嘛，哦，加个所就强调。信是非常难到达他们那里的缘故啊，所以为什么这里提到屯余？所以他这里证言就是说，为什么这里讲屯余？再来这个证，我还有一个读法，所以你看哦，我都用什么读？九阳神功、字形结构、兼音义。只有拜托。我也是这样读的啊，那你们不肯努力，我能怎么办呢？字形结构，你看我就突然有个灵感了，这个正要写什么正？这个吗？这个真，你看现在大陆简化字它不写这个真了，笔画太多，它这个啊，那这个真就是我们说真性色嘛。那性是不是就是《易经》里头中孚？孚跟就是跟性用有关的。啊，那些证言存疑者，你可以说这里谈信用问题，干嘛要提到猪和鱼呢？这个"者"是的什么的原因啊？这里拿猪和鱼来做证明，来做垫背，对不对？来做背书的原因，就是这里的"真"啊。这个"真"也可以提到来征信，甚至这个"证"，你看来了。我刚刚其实是想到这个，不是想到这个啊，你看，对不对？它就是拿来做背书嘛。我刚刚讲背书，其实是讲那个。那这个真心是说，我《易经》这个中孚卦，这里是讲色信用，可是却提到这个言是说嘛，说就可以翻成提到猪和鱼的原因，是因为猪是小的东西，而且这个是而是强调用法，连接词嘛，有强调，不但卑微，而且很会躲，然后鱼也是很会逃，哦，逃你跟相对位置对弈嘛，逃逸无踪，那这个遁也是逃的，所以这个信是很难集呀，你即使要跟他讲信用或怎样是很难集，因为他常常找不到人的，你如何，比如说我今天要找叫他传他出庭作证，找他做我的保证人，是不是很难找？因为他常常逃到碰到一点事就跑了。啊，所以他这里为什么跟那个信用有关，可能有这个意思，就是所难及。一方面也是你要找保证人或见证人的话，那个就好像豚和鱼一样的难找。那只要你这些小东西躲得远远的，希望不粘锅。我们政治常常讲说不粘锅，对不对？这种不粘锅的人，你都可以让他慷慨的出来替你站台的话，哇，那你这个人是很有信用。哎，你看我们这样解释《易经》，你是不是就很懂他在讲什么了？哦，很棒。所以你看，我真正认真一点来讲，我这个我刚跟各位分享这个，我之前都没有准备好，所以我们这个实境秀，我刚才之前的理解，对这句话的理解都不到，你还提到政治上，这样就很鲜活了嘛。哦，所以我们现在国文教育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啊，这读古经古书，古人的关我生活什么事？你看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政治有什么不粘锅，对不对？我开心痔疮了。你看，不粘锅，那这个不是又来了？是不是又是七星大法？这不是自然物的不粘锅，是讲人文政治层面的不粘锅啊！你看，原来是真的不粘锅嘛，这个自然物嘛，虽然是人用的，你看政治，你看都有人这样查。关键字，政治不沾光，对不对？那你看不沾锅，就是他希望保持清净，他不希望跟你牵扯在一起。马英九前总统绰号不沾锅一样嘛。那你能让那种不沾锅的人都愿意出来为你站台，对不对？站台也是
神智的语言呢、啊？啊，那你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很有这个信用，就是非常不令人刮目相看啊？你看你这样去读《易经》这句话，是不是活灵活现？这才是真学问嘛！啊，我们教了多少是死学问或者象牙塔里的学问啊？只有国文系、哲学系的知道，中文系、文史系的专，对不对？专科生知道，好像其他都不知道，哎。所以你看这样读这个就很活灵活现的，很棒啊！玉藻，所以这样才懂吗？为什么要信及豚鱼？这样是不是就很形象？所以这个还是文学语言嘛，拿豚鱼，这就好像什么？这个语法其实就很像什么？信及豚鱼就好像草木皆兵或草木皆碑嘛，对不对？那草木就是豚鱼，这只不过是植物嘛。草和木，这个是动物，豚和鱼嘛。那这个是讲悲，这个讲军事战争，这个讲悲情，对吧？这个讲信用，这样而已啊。那皆是不是都到了？没有一个例外，即就是到达他那里嘛，他也没有例外。这又来了，换汤不换药，内行看门道，对不对？不，这就是所谓我们戏称叫什么？表哥原理。看起来好像不一样的词汇，其实它原理是一样的。你懂这个，脑袋整个是活，语文你也是活的。信及豚鱼难读，草木皆碑，草木皆兵总是容易啊。嗯，对不对？草木皆碑嘛，对不对？形容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那连草木皆碑了，是不是很惨？对啊。你看这个草木皆兵，他没有，他只有草木皆兵。嗯，真的很棒。哎，我之前都这句话我都不能讲解的那么透彻。那玉藻这个《礼记》的，就是我们卷邓行的卷那些不举足，我们还是读《鸡如书》啊、嗯，端行遗留如史啊、嗯。那这个很好，不举足，鸡如流。欸、我觉得、哦、还有可能这个断句是这样，不举足鸡如书，然后这个是遗留如史，这个相对位置嘛，如后面是接一个如史，然后变形散散其句、哦、所以这个断句都还可以再讨论、哦、不要再扯那么有没有，因为相对位如流如史，对不对？那前面就我们这个之前应该有讨论，遗留就相对于这个嘛，不举足鸡或者不举足嘛，那后面加个如怎么样嘛？因为前面那个比较抽象嘛，后面再用一个比喻，具体的东西来比喻如什么。嗯，那这个我们读书就是退后脚步，想要往前不敢往前，甚至的八股啊，向后走，向倒退走。啊，书就有撤退的意思，很好，我们那个书有撤退的意思，我们。那时候也没查原点，这一次也把原点看一看，哦、对不对？书撤也，这个可能就要找授权使用。国语对不对？啊，书册语，你看，既然还可以这样查，因为它是注文，所以你要按这里注，它才会出来书册语、嗯。啊，文公伐原那个地方，啊，原不服从，所以故伐之，所以就那令以三日之粮，啊、嗯，三日而原不降，公令书军而去之，啊。文公想要伐原那个地方啊，用三日之粮啊，然后命令他们用三日之粮，就三日以给他们三日的期限，
可是三日啊，元这里不投降，没有被攻下来，然后哎、欸、不降服嘛，这个降是对前面的服啊，所以这个文公就晋文公呢，啊，晋宇就晋宇的晋文公就令苏军而去之啊。苏这里他解释的撤其实就有什么意思，就是松散嘛。我们说亲疏，原来你要打仗的时候是不是要开始整队，对不对？出发，那现在就是不整队了，放松了。对不对？所以就是撤军嘛，撤退。这个撤，你看它是双人旁，其实就是什么？字形结构换部首，提手旁嘛，撤退。那叠出曰：“原不过一二日矣。”军力已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必也，不可失。”乃去之。所以他原来说：“我三日让原来服我。”可是呢，那时候叠出曰，就是叠，这可能就是匪谍嘛。我们以前有匪谍。就是谍报人员啊，那谍报人出来了，告诉说，那一定去吃到那个军情的啊，原啊原不过一二日矣啊，就要被攻下来了啊。你看他这个谏后就是谍报人员，谏就陈谏，我们说离间计，后就是刺探军情，对不对？那个我们有那个烽火台也叫什么后烽燧什么的啊，后我们说。观后，我们说气候的候也是有这个观察现象的意思啊，所以候它本来就是有这个 观察现象、观测现象，候察军情。你看它做动词的时候，候当然名词是，嗯，这个不是候啦，候你看侦察刺探，对不对？你看它本意就是刺探啊，后来。你要刺探情况，当然才要等待嘛，因为不是一下 就可以看出结果，所以这都是表根源意义衍生出来的。那就当然探望啊，比较不是军事情报的，就要探望，就问候就这样衍生出来的。啊，你看看病就是刺探你的身体的健康情况啊，啊，和病毒、病菌发展的情况啊，蔓延的情况，啊，所以就衍生成名词，就是节令，你就看那个时节，像今天雨天嘛，下雨天，你看它的征兆、征候，嗯，都是跟对不对？都是跟观察有关的，啊，对不对？观察、监视是不是都跟观察、瞭望都是跟观察有关？啊，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风候，那个候，它加个候，它变候了，可是土部啊，可见那个候跟候，它其实就是什么字形结构嘛？你看。不一定它就是读喉声呢，你看它叫喉声，那个喉是喉的一体字啊，诸侯的侯，所以它是从人，所以我们现在气候的候，它其实就是诸侯的侯，再加个人在旁边啊。那我之前有讨论过一个像那个魏，刚好看我这个字，我刚刚滑手机才看到我这个部落格里头啊。最新的一篇文章就是之前谈，你看这几个字是同源字啊，这个和这个只是，对吗？这个和这个只是一个是从人部，一个是从手部。那手当然只有人才有手啊，动物不叫手啊，动物对不对？手是专门指人的手。那这个象也是一样啊，象。拿掉，所以现在有时候拿不了啊，掉人部的象，有些人还会混，分不清嘛。古时候根本就只有一个象，可是这个象其实也很早就有了。所以造字，我们中国古字造字原理，它这个人，我发现人和手这个常常有若有若无，像这个后也是啊。其实侯就应该就有这个意思了，那只是说为了区别，就好像我们现在。作文的作为什么和做事的做就区别开了嘛？以前是混一的，那在古早的时候，他也为了原来有些字通用，后来开始区分化，所以他就开始新造了很多字。那造字原理其中有一个原理就是他会加一些人啊、手啊这些去区分，当然一般就是加一些部件或者部首这里，所以我们才有第三招嘛，就像什么第三招字形结构换部首这个出来，嗯嗯、所以你就知道他这个后，你看我们顺便读这一段呢。那军力就已告，谍报人员当然告诉总司令将军啊。那这些执掌
军的官吏官员，对不对？带军的官员用情报人员出来最近报告的，用这个来告诉晋文公，所以告诉谁审略了，这是第八招，先抓主持的，主持受持要抓他，对。那这个乙是用什么也审略了，用这个谍报人员的报告来告诉晋文公。晋文公是那公，接下来的晋文公，公就说德元虽然对我再打一两日就可以把元打下来，甚至让他听我们的话，可是得到这个胜利却然而失信于人，对，你说明明就是三天就要把我们元拿下来，你竟然讲话不算话，何以使人又来了，用什么来使役人家，使就是那个命令你嘛，叫你听我的话，使人，所以人家是你的大使，被你派遣，用什么来操纵人，或者用什么来让人家听到叫以使人，那什么就是何字，用什么来，以后再用什么来带人呢，带明星啊，让人家佩服你，什么就是何字，所以这要倒叙读法，这个何也很像同学问的那个什么代情性助词，类似这样，就好像锁啦，倒过来读，用什么何以，就以何，以何使人，倒过来读，什么是代词嘛，所以它叫代词性助词，因为它常常跟动词，你看它这里跟动词以用连在一起用嘛，对，以是动词，所以这种文法呢，他说代词性助词可能就是类似英文助动词啊，这个助应该是助动，帮助动词表意的，所以叫助动词嘛，我会做到这件事，真正的动词是做到，对不对？会是助动词，帮助补充说明清楚这个罪做是怎么做，不是已经做，是会做，所以它叫助动词，那这也一样嘛，好像帮助说明这个动词是怎么样，那它有代词代名词性，所以它其实这个就好像把助动词它其实是属于一种动词，那代名词是属于一种名词，它等于是一种名词和动词的混合体，所以他们就叫代词性动词，代词性助词，可能就这样，我还没有仔细读这个，我猜大概是这样，到时候我们看是不是这样，这次地震哥因为同学有问这个问题，我们到时候，所以我网页留了，希望不要忘记，最后还会提到，还会讲，因为他问这个问题是地震哥里头有一句是什么，我们就上到这嘛，相顾人人尘土色，学生就要来问说这个相是不是代词性助词，那我就跟他讲了，这里是互相看，就是相顾人人，就是人人相顾嘛，到处成住，人人互相看对方都成了土色，没有一个例外，这里我跟上课有跟大家讲过，我们实进修还没提到，你看这都是都的意思，其啊多啊人人啊，对不对，对，都有，没有例外，全部都是这样，没有一个例外，所以这个相当然是互相啊，怎么会是代词性助词，假如是代词性助词像锁的话，这个倒过来读，像我们说以是相烦，然后来麻烦你，相烦麻烦你，那要倒过来读，就是相烦就是烦你嘛，以是相瞒是瞒着你，对不对，瞒着你，所以他要先读后面的动词，那这个前面那个代词性助词读成好像是代名词嘛，你我他看上下求，像不必相送就是不必送我嘛，你是不是要先读送再读我，我就是那个相字，那你看你这里是不是人人顾我呢，大家看我，不对嘛，尤其那个学生是说我看大家都变成了土色了，那你看你自己是不是这样，你自己一定也是这样，所以不能嘛，没有一个例外，所以这里不能，不是我看，你只要读成，我看像那个同学问，那你不是读成代词性助词，你是直接把它代成当做代名词，可是相没有当代名词，有做代词性助词，相不能读成我，对不对，所以他说这里可不可以读成我看大家都变成了土色，就是灰头土脸，当然不对，是大家互相看，没有一个例外都成了土色，所以你看如果大学国文像这样，你们很用心的这样跟老师一直讨论，求一个真理，这课多快乐，学的也是真实的，
那再比较看看你们以前中小学学的那个国文，你才知道哇，我真的长大成人，才有那个恢弘的气象嘛。怎么还会抱着以前那种心态来继续来学这种国文呢？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先留着。哦，那刚好讲到这，又用到这个代词性助词之类的啊。其实他们常举的代词性助词里头，没有提到和嘛。啊，有所，我们常碰的所，相，见，见怪，见笑，对不对？这个之前都听过，原来这个文法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代词性助词，我也是同学不提，我说我没听过这个，所以你看我没听过不无损于我们国文的能力嘛？那这些都花拳绣腿嘛，就好像我们常讲，你看这些文法，我们九阳神功一样，你没学过九阳神功，难道就不会读国文吗？当然会嘛。这都是后来整理出来的一些规则和一些技巧，对不对？先有语言的现象和事实。那今天假如我根本就读懂，我管你是什么代词，甚至我都不懂名词动词又怎么样，我文章还读得懂啊，是不是？就不要像你看那个学生，你们懂了一大堆专有名词有什么用，结果你相顾人人存土色，你还是读不懂，那表示你的文法是假的，没有用的死学问，那用不上来不就死了吗？不是活的，哦，帮助不了你，哦，没有热，就像我们吃垃圾食物嘛，没有营养成分嘛，帮助不了你成长，哦，帮助不了你开悟，对不对？能力，你的能力也不会因为这些你知道代词性助词而增加，那就没有用，这种文法是死的，没有用。嗯，用什么来遣派人呢？来命令人呢？哎呀，哎，这个福念，你学过《兰亭集》好多的句首的语助词，哎呀，信用啊，是民之所辟耶。这个之也是语助词嘛，拿掉也一样，民所辟。你看所又来了，代词性助词啊，加个之呢，有什么差别？把句子拉长，它就有强调的意思。好像我们讲话要强调的时候，会声音会拉长嘛。句子拉长，听的人要花多更多时间来听，可以有吸引注意力的作用，所以它有强调的意思啊。它虽然没有字义，它有含义啊。它的含义就是在这里没有加之的话，名所必也这种句子比较简短，好像就没有特别要强调名之所必，让你停一下，名之，名之什么，好像有点卖个观点让你 attention 注意，我后面讲了所必，哦，名就是来又来所必，这个代词性助词倒过来读，对，庇护的东西啊，名庇护的东西是什么？名可以庇护的就是姓，能够庇护的人民，让人民好像受到你，政治人就是同理人民，让人家好像受到你的庇护，人家才支持你啊。假如我不受到你的庇护，我还是被人家欺负，那我干脆投靠人家就好，我干嘛给你统治？对啊，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民怎么样庇护的东西啊，民所庇，民庇护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信，信是民庇护的东西啊，啊。应该是，其实应该是庇护民的东西嘛，民庇护，民之所庇也。我问你，这里改成爱好，民之所爱，人民爱的东西，对不对？对，所以这里照文法应该读成人民庇护，那就是人民要去保护咯，庇是有庇应，要保护，意思就是人民在乎的东西。你会庇护，会保护，是不是你在乎？然后寻求政治庇护，假如那个庇护你的人不在乎你，就管你死活了嘛，啊，所以民是人民很重视在乎的东西，所以这翻译成庇护，衍生为表格原理，衍生成什么重视在乎的，对不对？这样才对嘛。信用是民在乎，你改成爱就好理解了。民之所爱，民爱的东西，对不对？的东西就是这个所字，代词性助词。的东西我们之前都讲代名词嘛，原来文法有这个词，好，以后我们就改口说代词性助词，代词性它其实还是有代词代名词的词性，可是它要有助动词的帮助动词的那个功用，对吧？因为它常常跟那个动词庇护，这里的动词庇护连在一起，所以也喻为就是啊，这也是啊啊，信用啊是民人民所在乎的东西啊，不可失去。你看它这里就讲庇应也，人民庇应的东西，这谁读得懂？假如我不跟你这样讲解，这是不是很像我们刚刚读那个什么易经中孚卦，对不对？经过我们这样讲，是不是哇好懂啊，为什么叫信即吞，对不对？
你看传统，你看国文教学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永远都只有那些国文程度好或者有天才的人才懂。或者我们以前讲啊，这个人不适合读书啦，这个人读不懂书，对不对？有些人不适合读书，我跟你讲，不一定是他不，当然也有可能个人个性，有些人就不爱读书。那我相信不爱读书的人里头，甚至可能有一半甚至一半以上是这样，因为他读不懂嘛，他觉得无趣才觉得不好。那为什么无趣？就是你看，懂的人都这样做，谁看得懂？就每个都像孙老师，起码我们这种水平，再讲得更详细、更具体，你说谁不懂？怎么会不喜欢读书呢？什么都要讲得好贴切、好自然、好 free。读书是多，而且你看读书都坐在这里，不要去做什么苦工，怎么会坐不住呢？还可以，现在还可以吹冷气，甚至还可以喝水。像我的课还可以喝饮料，虽然不能吃。那有些课不一定还可以吃零食，那更爽了，跟在电影院里头享受有什么两样？可电影院有时候还不能吃零食，不是吗？唉，所以自己看嘛，不是我们要诽谤圣贤吗？那以前的人为什么这样做事？也不能怪他。以前拜托，你看我们看的那些古书，现在看的就是啊，对不对？人家要刻一个木板，这个是原来是一个木板呢，然后这个白的没有黑字的，就是把它挖空哎。你自己想想看，我雕这一块木板要多少钱？你说你要给多少钱，这个木工才肯帮你这样刻？我们今天刻一个印章才3个字，就要50块，起码对不对？最便宜的，你自己成本看，这有几个字？至少10倍吧，500块，100倍就5000块啊！那是不是能省就省？怎么可能像我们这样讲解讲得那么详细，都给他刻在书里头？就他只能留下最关键的，让你，懂的人你自然就懂，不懂的人，反正以前教育资源也不够，对不对？人类文明还不够，物质文明还不够，他也没办法养那么多读书人啊。可是现在如果还是这样，像现在你看我们教材还是有时候就抄，像这个，对不对？我们这个是不是就抄《礼记》注？你看抄《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又抄。好像又抄那个《礼记》注疏的文班，你这样还用这个古老，这个谁看得懂啊？你看，宁愿留那么多空白，不知道干什么，留那些空白干什么？这不是也浪费资源吗？对不对？这鱼你看都学过了，乃是鱼是嘛，官脾里头才有啊，对不对？乃为黎明即起，对不对？鱼是那个乔公。没有黎明，所以会了。你看读到这一篇，你也知道"乃"什么意思。于是就离开了，"去"就是这个嘛，"去"字啊，"疏君而去之"。所以他，你看他提一个字，你就要注意上下文。前面提过了，他是不是就少科再少科"疏君而去之"？疏君而和"之"没有"疏君而"三个字，你就知道古人为什么一直省略嘛，因为省成本嘛，又不会妨碍文艺。那有时候他有时候会省过头，造成后来人读的不方便，这是难免的，毕竟还是会有这个缺点，这也是文言文常被人诟病的。可你懂了这个知其所以然，你就不会只知道他不良不好的一面、缺点，都没注意他的优点一面呢、啊？那他可以用最少的字表达最完整的意思，为什么要多花那些赘字、累赘的字？对不对？那等到走到了孟门而元请降，你看。他原来是用武力让他服，你看哇，你所以你看为什么人家这件事值得写在史册里头，对不对？我把元打败了，尤其春秋战国什么时候没有战争，多感人呐、啊！你看他离开了退兵之后，鸣金收兵退兵了，走到了孟门退兵退到苏军苏到了孟门这里之后，反而。这里反而怎样？原那个地方的人就请人去到晋文公这里说，我们愿意投降，我们佩服你，你是一个明君，我都想哭。孟门也，你看孟门也是原的领地嘞，原这可不是原地踏步，对不对？你现在会九阳神功就知道要断句了，像白话也有原地嘛，原地踏步，这当然不是原地，这里上下文你知道是这个原嘛，原的地，它省略了之嘛，得嘛。原的属地什么地领地啊属地啊，他所属的地方啊，部属的属，属于的属。
对不对？这个数嘛，哦，啊，退一色而圆想，你看才退，所以转圆退一色而圆想，表示这个梦门是跟圆的首都可能差一色，一色好像三里还三十里，啊，三十里离那么远，啊，他反而退兵了，人家投降了，他不进攻，你看你进攻，所以你看以柔克刚，你进攻他，你要顽强抵抗，你反而不打了，哎。哇，这个国君好讲信哦，好，我服了，对不对？我做你的臣子，或者我归附你，我都甘愿啊。所以明君难求嘛，多美的一件事！你看，所以晋文公能冠春秋五霸，霸以前你看霸不好的时候就怎样，就是霸再上去就是王嘛，商王没有了，所以才有王霸之论嘛。啊，这可不是什么西楚霸王，后来什么秦朝那个霸王霸权什么那个霸，这霸还是这霸，其实有时候也写这个霸啊，因为王不行，公侯伯子然嘛，啊，就是很让人心服口服的一个霸主，一个伯主，一个爵位，然后被人家公推是好。那王当然是全国全天下公推，你是天子嘛，王嘛，那王。不到王的就是随便推，而且随时像秦穆公啊、晋文公这种就是霸，那可不是我们后来什么霸权啊、罗马帝国这种霸啊，对不对？秦帝国啊、汉帝国啊、清朝这种霸，那个都不是真的王，那一些都是王霸都提不上了。可是也不能一概否定人家，人家一定也有这种感人的故事了。可是毕竟不是他们主要的，那可是在这个王霸的时代，他几乎这种是他们主要的。政治的一个中间一个精髓一个主干，不是只是他的一部分或一个权谋而已、哦、正好我们这一小段也读完、哦、晋语文公伐远很棒、哦、你看我们是因为这个书来读这里、哦嗯、这个我们会在时间轴里头会附这一段到时候、哦、所以、嗯所以我先录在这。这样啊。然后，好，这扯就，我们刚刚是讲到书，就扯到这里了，对不对？嗯，所以我们还是积如书嘛，哎，还不错，今天脑袋蛮清醒的哦，从这里扯到那么远，还知道要回来、哦、所以他好像有一点要往后退的那种感觉。那端心，所以有些同学反映我们这样东扯西扯，当时上课这样是很不应该啦哦。可是正好这个时间就你就发现，你看，假如我不这样刚好扯，不是刻意要扯，刚好有这个灵感。有时候灵光乍现，下一次你再向我讲，也许就不像刚刚讲的那么周到、那么精彩。那怎么办？你宁愿舍弃到那么精彩的片段，然后去嫌说啊，不要扯到别的吗？我宁愿去扯到把这个。所以你看多少作家，像舒伯特、贝多芬，他们突然有灵感稿子，就赶快。有时候在餐厅里就写在那个桌巾上面嘛。哦，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嘛。哦，好，这是三餐直归玉。举前玉杖，速速如也。这个是念速吧？所以你看，他这些都是走路上小心，走路是不敢放大步伐的样子，小心谨慎。其实卷顿就是类似这样，速速。那只不过他为什么这里写速速不讲卷顿？因为卷顿是不直归玉。懂不懂？所以速速如也好，如死当然就比较快了啊。那如流当然也很顺了。假如是流水的话，啊，照一般的解释是如水，不是如书啊。那速速就是好像，所以你看这个速字形结构，假如说我们说畏缩，畏缩也是畏缩不行嘛。那这只是形容，所以它从足部嘛，形容脚的状况也是畏缩不前啊。不是这个，
的选项。哦，利息显示没错。先如以为，便其也，端直也，卷转也，屯之言若有所寻，皆非是。陆电陆龙师先生以为是错的，他是觉得盖是一种推论，他是认定之词，假设之词。这个畜养或畜养，畜里面畜就畜牧业啦，然后畜养就是把它当畜生嘛，就畜生养，畜养就是养畜倒过来的意思，养饲养这些畜生的这个栏杆弦就叫圈啊。然后猪的孩子或者猪比较年幼的比较小只的叫豚啊，叫就是这个约字，端独如端变之端，这个我们后来有查过了。没有端变这个词，可是有没有端变，却有变端啊。变端就是像国学大师有，变端就是好像我们文章的序言、前言啊，所以意思就是前面的意思啊。他这里要讲的意思，这个端读如变端之端。啊，端行，所以他认为他不是直，变端就前行往前走吧，是不是这样？啊，那变读如变冕，这个是帽子啊，变冕的话是应该是跟帽子有关，这个啊变冕。所以他是认为这个变也不是疾啊，对不对？这不是生病的疾病啊，这急诊室的疾啊。那卷顿呢是临行不举足，肌如舒而姿如流啊，直归欲举前一种速速如也啊。则离移其物即形容，他说这两个情形，前面讲的卷顿和直归欲是。这是礼记用他们的东西啊，他们的这里没有名字是指什么，就是那些可以，所以可以翻成那些，没有明确指的那些东西就是物嘛，来记行走的时候的容貌状态，即记录形容行走状态啊，用这个是用归喻直这个归喻来形容走的路的状态，那这个是用卷汉豚来形容走路的状态。那圈汉豚就是他前面他主张圈还是猪圈的圈，豚还是指猪，而且是小猪啊。然后呢，端行遗留如此，变形散散其聚，则离这两个端行和变形，就是《礼记》用那些服装啊。端是端变的端，变是变的变，可见可能都跟戴帽子有关啊。端。我们刚刚看那个变端是前言，对不对？书前面的序言、前言，那为什么跟帽子有关？帽子头是不是也是人最顶端？顶端就是最前言嘛。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词汇叫前言，有大陆的词汇叫什么？前言科技，对不对？科技的前言，学科这个啊，啊，就这个前言。那我们台湾好像是用前卫，啊，前言就类似前卫了，或者前端。我的尖端，尖是最前面嘛，你像头也是尖，你看我刚好我的头也是尖的，其实尖啊前啊都是最前面或者最顶尖最顶端啊，都跟顶有关。这陆农师陆电先生是认为是应该是这样。则以其服记他走路的样子，那互相狭也。啊，那什么叫互相狭？啊，互相狭，记其形容，然后是互相的瑕疵，好奇怪，这就是刚刚批评文言文的，你省略到人家读不懂，因为瑕疵什么东西没有讲，就省略掉了，啊，所以就会看不懂。互相瑕什么的，瑕的这是戴着帽子走路啊，有什么好瑕疵啊？互相瑕，这个我不知道，不知我也不知啊。所以我今天花时间讲这个是之前太省略了啊，好像混过去带过去。今天稍微讲这一句还是不懂。那他接下来是三
课后之后，我十进修录完，我稍微再弄懂一点，所以花时间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古时候啊，这个者就的时间，古代的时间的时代啊，所以者就是的嘛，白话的的。古代的古代的时候，我可以这样，你可以古翻成古代，者翻成的时候，就古代的时候呢。古代当然相较于陆甸，陆甸是北宋人嘛，啊，古早的时候，祭祀的时候必先选择牲畜，然后选择牲畜之后细而养之于老啊，所以我这里可以打个逗号，选择好了牲畜，你看那个牲畜是从牛部，所以跟选牛啊，以牛接代革嘛，牛来代替一切的畜生，然后把它绑起来。养之于老，啊，绑起来，啊，选中的就当然就把它绑起来，把它牵走啊，牵系，对，牵绊，牵把它绑起来，而后怎样，在牢里头养它啊，所以这个字是它，那个被选中的那个畜生，那个牛啊，或者啊，所以这要这样读，我们讲过的鱼在嘛，常常需要倒叙从容。白话的时候，在牢笼里头养它，啊，养就养它就吃那些牛啊畜生。然后哎，国君呢，一国之君，因为祭祀都跟宗庙祭祀有关，所以一国之君最大的领导人就要衮冕，衮应该是朝服礼服，啊，这个是这个衮的一体字，啊，因为它从衣嘛，跟衣服是有关，祭祀时穿的衣服。那冕呢？当然是我们是冠冕堂皇嘛，哦，所以国君要穿的好好的祭祀的服装而临之，因为养在牢笼里了，不是说那是猪圈牛圈就穿的随便了，没有，他还是穿的很正经的礼服，而后去这个字跟那个字一样，甚至这个字是带养那个牛或畜生的那个牢笼，等于说养猪场、养牛场、养羊场去。我们大家光明嘛，到那边啊，到那边，我们前面讲到灵有可以翻成道嘛，到那些养猪、养牛、养羊的地方，则行不行？到了那里呢，那么就怎样？这国君要怎么走？他那时候走的时候是行不举足，然后而且自如流，所以自尽。所以他是说，以前古时候养牛的，所以为什么姚继恒批评他穿凿附会？因为这是陆甸的说法，古者他的推论嘛。你看他这里没有那个什么引证，有啦，他后面所以他引证据，这不是我陆甸自己想的，他就引记忆这样说，所以他推论古时候可能是这样的情形。可是姚继恒可能认为他这个证据力薄弱，或者他的想象力太丰富啊，所以说他穿凿。姚继恒怎么说？请看上一集啊。上一集只要当掉的话，就是那个脸书的实境秀，哦，我们在看历来卷顿的右法，有看到那个姚继恒先生的那个毛来批。然后你看哦，国君到了那个养牛场还要这样，走路还要走路的规矩，因为要恭敬嘛，你这个牛，所以你看即使以前是杀牛杀羊去祭祀，好像杀生。可是就好像现在回教国家，虽然他要吃牛肉，不吃猪肉，可是宰杀这些牲畜的时候，他是非常恭敬，不是像现在哦，我要吃和牛，那肉质鲜美怎样，完全为了口福，不是哎，他是很慎重，因为我没东西吃，我必须宰杀你，谢谢你供养我，会很恭敬。虽然是宰了你的生命，可是就好像我们佛教里头戒律也有开源嘛，假如你今天真的要吃动物或生命来救你的命。你这条命也值钱，你可以弘法利贞，帮助更多人。我想那些动物也很愿意牺牲自己，微小，前面不是讲那个微吗？微物，卑微的生命来供养你的生命，让你延续嘛。因为人，他即使再怕死，谁的大家都贪生怕死，不管是人还是众生，对不对？可是再怎么贪生怕死，最后还是要死啊。那如果能够死得其实，死得其所，牺牲也。人类社会也太多愿意为谁牺牲的嘛，何况是动物。哦，可你就不能说，哦，我只是为了爱吃牛肉，像我以前那种对不对，喜欢吃牛肉，那完全为了自己爱吃，也不是说不吃就是营养不良，也不是嘛，完全就是口腹之欲，这就是深重的杀业和罪过，这就贪嗔痴的贪毒嘛，贪嘴嘛，对不对？爱吃嘛，
你看是这样恭敬的，不是说他爱杀生杀人来祭祖宗，哦，没有，你看，所以连走路都有走路的规矩，所以他是拿这一种来形容哦。区里这里为什么会讲卷顿形？所以我后来一起读懂三次草率回来才知道，哦，刚你自己看我上一次录的，我就说是录卷，这个读完了我还不知道他到底要讲什么，可知道他还是主张那个卷还是猪卷，豚还是猪了，哦，他不是把它当假借字，所以他这个理由就是在这里开始提出来了嘛。所以他是说，这原来是养那个祭祀的这个畜生，然后到那个祭祀的这个养牛场、养猪场，甚至说到屠宰场，国君都要正经八百，甚至走路都有那个形态。所以在玉藻这里就讲了，到了庙堂之上，也要像在卷顿、在养猪场里头那样行走一样。怎么样行走？他补充说明，在养猪场也是要行不举足嘛，然后自如流那个。可是我觉得，哦，他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这个姿就绝对不是衣服了。你到养猪场还那个衣服拖在地上啊，以前又不像现在有什么大理石地板，可能那个土。你在庙堂之上可能有比较隆重，我想养猪场不会还铺这些吧，对不对？所以这里想衣服的下摆好像就更不合适了嘛，那意思就是像我们讲的书前面才复习有倒撤退，就是这个步伐不能随你爱怎么走就怎么走，你还是要小心谨慎，呼应后面的素素如嘛，所以他写在一块相对位置有相关之意，对不对？刚刚讲到这个，对不对？相对位置相关之意啊，对不对？这素素如，这个也有如，有没有？其如，对不对？它是素素如，这里是其如，对不对？然后这里是如是，那这是遗留如，对不对？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如啊，可能有两个读法，一个像那个素素如的如，一个是如什么后面接如不死的如，啊。甚至我觉得这个断句可能是这样，哎，死变形也有可能，死就很快嘛，变是急嘛，像弓箭一样快的这个行走，散散起去，对不对？不一定，这应该是断成遗留如，这一断成速速如，这一断成什么？不举足其如，可这个流就落空啊，总不能流端行。那如果读成我们那个树呢，像玉海里头它的书，对不对？书端行好像也可以啊，端是端正嘛，对不对？你看端直嘛，那书的话有后退，就是不是那么放开步伐。你看卷顿行、书端行，然后呢史变行，诶，再来一遍，卷顿行，不举足，其如，啊，然后来疏端行，遗留如，始变形，散散，他不讲散散如啦，散散取句，其实就散散如取句嘛，啊，直归欲举前走，速速如，举前欲走，不举足，其如。对，卷顿形是不举足，而且其如。然后这里是什么呀？直归于是，你看不举足就呼应了举足，对不对？这是要举啊，举前一种，这是不举足。然后后面是速速如，这个是其如。然后这个是遗留如，这个是散散如，它只是可能也可能掉了一个。然后起句其实就是怎样？这个嘛，它只不过人家都写在前面。他可能作文变化一下，这里写在后面，所以应该，啊，哎，读不完啦，好可怕哦！我们用了哪一个方法来读《九阳神功》？你知道什么断句嘛？你看历来我们，你看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到现在，你看历来大概断句就是这样，对不对？我们还认为对，结果刚刚才发现，从速速来逆推的话。可能是这样断啊，太可怕！可是你看哦，
卷顿行不举足其如，然后呢，这个是疏端行，不是流端行，对不对？注意，流其实就是疏，疏端行宜流如，使变形散散如，起句，对不对？然后直归欲举前一种速速如。逆推回去，啊，你看卷顿行就是其如，对不对？卷顿行是其如，而它某每句具有某某如之句式，且有足不动作的说明，如不举足，然后哎，这个是起句，对不对？举前一种，这是举足嘛？可是它是举前，后面不举，啊，这是完全不举足，这是半举，前举前举后不举，这是完全举，哇，这样是不是很清楚了？对不对？对啊，所以叫使变形嘛。对不对？如死之极也，对不对？或对不对？或者极如死也。哇！唉！而且你看，刚好某某行，对不对？卷顿行这是用什么相对位置有相关字义的读法，这是卷顿行，这个是什么行？疏端行，这个是什么？使极行，使变形，啊，这个什么直归欲，三字句式，对不对？且这凑成三字了，对不对？所以这里讲这四种形嘛，卷顿形、使变形、疏端形、直归欲。直归欲形当然就省略了，直的归欲的话，其实就直归欲形嘛。讲了那么多形，你也知道这是直归欲形，就是这样，对不对？对啊，它这里其实四种形呢。来来来，我们再看我们的《礼记注疏》，哇！真是不得了哦！卷顿行，对不对？然后它只是多了一个席上亦然呐、啊，这个当然只是补充说明，这个不影响啊。然后我们是这样嘛，这个流啊、流端行。应该是疏端行，因为我们讲过疏就有一点怎样，
就不流就太流畅了嘛，那端是要端正，不能那么放逸放纵放肆，对不对？放得开，所以我们还是读书可能就比较对啊，书端，而且跟走路的中书端行，卷顿也是脚步的动作，那矢变形也是脚步动作，像箭弓箭射出去就放开了，没有任何顾忌了，那这样有吻合，前面都有顾忌的走，后面开始没有顾忌。那最后是讲另外，前面这三种是不拿东西，后面这一种是要拿东西的。哇，这样逻辑是不是好清楚？那书端行是遗留，然后如遗留如，对不对？是遗留如，只有这个端行没有讲脚的什么状况。那可能一般文法是呈前面，也是脚是不抬起来，可是要遗留如，不能骑如，对不对？啊，然后。矢变形呢是散散如，它只是没有加了如，然后要起句，起句就相对于不举足了啊。那这个起句不举足，在对这个举足举前一种，可是不完全举足，可是它是却是速速如，速速如散散如，对不对？你看，尤其你看它用叠字，很明显，散散就是散散如，啊。你看，骑如、遗留如，这总不会是足骑如啊？不举足，这当然不行。所以有可能它调字，因为以前从文重复写一个字，它会写两点从文符号，那可能，所以它可能是骑骑如，那这个是遗留如。然后这个是什么？散散如。然后这个最后是什么？速速如。对不对？可能也是叠字熟，你知道吗？对。对呀、啊，那只有这个遗留，不是用叠字。哦，哇，越扯越多。可是再怎么扯，等于是越讲越通透了啊、哦！越讲越了解，不是用含混的。现在入殿的意思也懂了、啊，他主要是借着在养猪场的样子，到了庙堂之上，在宗庙里头，在朝廷上也要这样走路，是这样，拿那一个场所来比喻这里的场所也要这样，啊、嗯，然后行不举足，这时候到了养猪场是这样，骑如流，所以用这个来啊，用什么来就这个椅子，这个就是所字，这就是指示性助词了啊。用是动词嘛、哦、这是助动词嘛，指示性的助动词、哦、我查一下助词的意思应该就是助动词的省称，那语助词当然不是、哦、不一定，我的词或词组上表达某种附加意义，附加意义在附加意义，国语的助词包括结构助词的时态助词，语助词当然不是，所以它这个助词跟助动词相不相整呢？辅助动词，嗯，它这个可能纯粹把它当成助词了、哦、因为它没有动词的，它只是帮啊，对啊，它没只是帮助动词，它主要还是代词性，哦，代名词性，所以我们之前都是讲代名词嘛。哦、它没有动词性，跟那种真正的助动词还是有差，我会这样做，对不对？它毕竟还是没有那个动词的性，它是接受动词动作的一个对象，所以这是辅助功能，所以叫助词，可是它是代词
它的词性是属于比较偏名词性、代名词、代名词性。哎呀，这个很棒，好，可以用这个来，这个用什么来？用这种行为啊，这个是仪容，这个是行为啊，这个举动，用这些表现来表达，来还是这个仪字，以什么来啊？表达他的敬意。所以不是哦，养猪就是反正他是畜生随便，因为他是要进贡给我祖先的，他的尊荣就等于是祖先一样，祖先祖辈分的啊、哦，我们是晚辈的，不是因为他畜生，这是看他的。人家说打狗也要看主人嘛，啊、哦，这是爷爷的狗，不是我的狗啊、哦，不是因为他的狗就亲近他啊。哦也要看主人面，对不对？哦，教育营都有，打狗也要看主人面、哦、所以有一句话叫什么？狗仗人势嘛。是不是？都有啊，这两句话是相关联的嘛。啊、哦，然后甚至说，狗因为人而富贵，母以子贵，对不对？那这个畜生，人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样的道理啊，啊、嗯，一个就好了。嗯所以自敬啊，就是用这种态度行为表来表达敬意，且称其芙蓉，而且这个称应该不是对称，就称呼这样的服装和仪容啊，用卷和卷和臀这两个字，所以你看文言文讨厌就要。你省略会影响读，就尽量不要省略，啊，除非前人很容易或不会太困难找到这个到底用什么来称，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应该是讲说，用卷和臀来称其芙蓉，为什么会装穿滚冕？为什么会有这种仪容姿态？啊，用来称呼那样的服装仪容芙蓉嘛？所以他后面就引证，先论述他的观点。啊，《礼记》或《记忆约》啊，这应该是《礼记》的篇名嘛？对啊，《礼记》《记忆约》正好，天子为己千亩，免而诸服。哎，啊，它是草字头的，还是换部首啊？就没什么，免而诸侯，公丙累。诸侯为己百亩，免而青鸿，公丙辇，以示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为礼若之盛。这个之是应该是通那个之啊，这是吃的，前面是喝的，礼若是喝的。啊，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啊，跟米有关的，灿啊那种。知是跟吃有关的，你注意看一下，假借字啦，这一定是字形结构换不走，啊、哦、之类的。你看，还通肚脐的脐，啊、哦，这个是我们衣服的下摆，对不对？肌如柳，丝如柳，
对，也跟衣服有关，有吗？财务当然也包括吃的了啊。你看这个就跟吃，野草草本植物，可是不一定能。哎，这个就是这个，通这个，吃。其实不是换部首，是换声符啦。它变成次要的次当声符，有吗？这有边读边读，上面下面是米嘛，跟米有关。你看滋生，看到没有？就是这里啊，参见。知名知圣，这个时候要念知，啊，就是这个知圣，是吗？对不对？啊，我们回来这里它是照影的，所以这里可以加个记忆约，加个引号，核对原文就可以加引号，然后里头有一些译文出入就没关系了啊，只要它不是三用意思去远不照原文的。今之古者天之，还继续古者天之，要必有养寿之官。那这是另外一段，我们就和他接的嘛。敬之至也。孝之至也。这里，孝之至也。又曰，君皮变素鸡三公。又曰，因为它中间省略了嘛，你看它也是养蚕的。我们前面有读有养蚕啊，君皮变素鸡，卜三公之夫人是父之己者，啊，就是这里。敬之至也。先以示先王先公敬之至也，啊，以示先王先公敬，所以后面才是陆变的推论。由是观之，君免而亲及，亲耕及田，则免而患身，不为过也。啊，皮变鸡粟，卜三公之夫啊。应该加一个卜三公之夫，人是父之己者，食物蚕豕，夫人复威复衣而受之。对，为因少劳以礼之。就到这里，始入蚕于蚕室，然后夫人复衣而受之，有吗？遂复衣而受之。是不直接始入，始入蚕于蚕室，这里都还是原文，我们就严格一点。啊，夫人复衣而受俭，对不对？这是原文。复衣而受俭，对不对？则君皮变补身，免而圈之，又不为过矣。这是他的原文。那这个庄子，我们这个等一下。那我们来看这个。啊，讲得清楚了。天子为己千亩，啊，这个还没完啊，这里完了嘛啊。天子为己千亩，及田免而诸侯，公丙累，诸侯为己百亩啊，所以他这个是竹字头的己嘛，没错啊。就是换部首没。不重要了啊！有时候以前古人那个像你们也会有时候草字头、竹字头的写错，所以人家有权利写错别字，你就没有，好不公平。
怪谁，手机都没收，电脑没收就可以了。以前人家没有这些啊，意思原文像你看我们现在查资料库那么方便，当然你还错，不应该嘛。以前哪那么方便，手边没那个书，脑袋里头记得有，到底是草不熟都记不清楚了，这当然可以原谅嘛。哦，对错问题都是回二座，回去人家是这样就可以原谅，不是这样就是不对，都是讲道理，合情合理嘛，才有合法啊，否则哪敢立这个法来约束你呢，对不对？那这个讲的是说诸侯，你看他要，你看哦，下去不是哦，我去耕田，有一千亩田呢，那诸侯有百亩，围就是作为这个围要怎么翻啊，他的意思就是天子的吉田，就是归天子亲自去耕种的这个田，天子要为天下人民做表率，对不对？以前农业立国，你不是天子就不做事，你也要去耕田以身作则嘛，做人民的表率，那你要去耕田，你的田有一千亩，应该是倒过来，可以用倒叙中，就是天子吉为千亩的意思，就是他的吉田，这个吉田就是属于他，我们说户籍藤本，那是户籍，这个是田籍，就是归属于他的名下的田，是，或者翻成有，是，为通常是是嘛，是一千亩，有那么大，那诸侯的吉田呢，是一百亩，啊，所以他文言的文法照就是为吉，天子为吉，那白话怎么讲？天子他的吉田，应该是说要倒过来翻，就变作为，应该是这样比较合白话文。为是为天子吉千亩了啊，作为天子的吉田有千亩啊，可以添个有字，作为诸侯的吉田有百亩。然后呢，天子也要戴着帽子，然后这个帽子还要诸侯还讲究，重要戴着帽子，当然不是不穿衣服啊，戴着正式的帽子，当然衣服也不能随便嘛。意思就是也是就像这个都要很端庄的，然后亲自拿着。秉持嘛，啊，秉持就这个秉，然后拿着，我们说秉父哦，这个秉常跟另外一个那个秉父会混在一起，这些秉持，啊，秉持。啊，秉持，所以这个是拿的。柄原来就是手抓的一个稻禾，叫柄、哦、然后亲自拿着这个耒，耒就是耕田的犁田的器具，那个好像犁吧、哦、你看那个架在牛身上那个也叫犁嘛，那这个是人的、哦、人力的，那个是用动物畜生力的。那作为诸侯的吉田有一百亩，然后他也是要穿好衣服，而且它是黑色，一般这应该是黑了，不是说应该不是绿或蓝嘛？青只有三种颜，青有三种颜色嘛？像青天是蓝色，青草是绿色，青睐是黑色，淤青或青睐啊，就是黑色。那再来公亲自拿着那个犁田的器具，用，然后干什么？当然后面没有讲了，意思就是要去耕这个吉田啊，然后。用这个动作，或者用这个耕种收获的东西，用来侍奉天地、山川和社稷、仙谷、哦、然后你看人家断句是断在这，我是断在这，可是很奇怪，有侍仙谷吗？哦，仙谷可以啦，就祖先啦，所以应该是这样，对，他这个对比较好。因为仙谷以为若胜，于是乎取之，蛮奇怪。那我们前面好像也有一个仙谷嘛，没有吗？古者祭祀啊，只是这样古者。我这里还是改这个比较对了啊，那个断句会比较好。仙谷，
你是天地三传，这是不一样的东西哦。仙古是指祖先、古人，古这个古就是比较没有血缘关系的，这是有血缘关系，像古圣先贤啊，那这是自己的血缘关系的亲长啊，啊祖先。那这社稷是社神、土地神、古神、道古神，对不对？让我们丰收的山川是让地上不要发生灾难、水灾啊、地震啊这种啊，天地当然天神、地神这个嘛，哦，所以这是不一样的东西哦。那以为又来用来作为理弱知胜的来源原料，它的意思是这样啊，哦。所以这个以为不是，现在白话以为心理状态的以为又来了。这是物质状态的以为，用这些东西来，啊，对，用这些东西作为理弱滋胜，啊，那滋胜就是吃的东西，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这个滋嘛，这个稻米嘛，啊，孔子这个滋，古代谷物对不对？祭祀用的谷物，啊，那祭祀用的谷物是不是田里头种的？所以这个滋胜原来只是稻米，可是放在今天拿来做贡品了，就不能再称它稻米，叫加滋胜，懂了吗？同样一个东西，可是在不同场合、不同用途换个名字了，比如说我们今天讲说这是礼车，其实还不就轿车，因为今天要结婚了，所以叫它礼车，或者送葬那个殡仪馆了，对不对？送死人或者迎接新娘叫礼车，其实还不都是轿子，懂了吗？不同场合用法，它就另外一个名字。啊，其实还是米嘛，稻谷，啊，只不过在这时候是用叫滋胜，那明明都是酒，这时候不叫酒，叫李酪，啊，那李酪可能就走，这不是那个乳酪的酪，应该不是乳酪的酪，这应该是都是跟酒有关，那个酪应该不是乳酪，就是跟酒有关的，啊，礼就是酒嘛，那为什么用礼字跟礼貌有关嘛？今天在进行礼仪。礼节对不对？我们现在是读《礼记》嘛，《礼记》是什么酒浆，所以它不是跟那个乳酪没有关哦，当然不是汤浆、汤酌，有吗？还有这个记忆，我们现在读的就是这个，以为礼酪之胜，然后作为礼酪之胜呢，怎么样？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于是乎呢，就在这里来了。难的是这个代名词代谁？代天子或诸侯的田，吉田里头种出来的东西，是在这些田里头，于那个乎是语助词，于是取之，取出他们种出来的谷物。你看，我要酿酒，像高粱酒就是谷物或者水果酒嘛，都田上种出来的谷物酿的酒，对不对？那这个吃的东西也是土地田上面种出来，所以在这些天子诸侯的田里头。取出来用，取他们出来用，啊，这个事是带田，在这个田或者在这些耕种行为里头，那枝是带田里头种出来的东西，就是谷物，啊，酿成酒啊，做成祭祀的物品，啊，或者谷物，啊，食粮吃的这个食粮，啊，吃的食粮。哎，怎么的？敬之至也，这是不是很恭敬？你看，因为你是要来祭祀山川天地，然后来祖先的，不是叫农夫种一种，然后啊，给他收编了，用钱买来交易来了，然后来祭祀祖先，不是啊，我天子将尊于贵，我做农夫亲自种出来的，哇，那不得了，对不对？所以是敬之至，敬的。顶端呢，这字当然是可以读成的顶端嘛，进到了头了啊，字是极致顶端了啊，所以你看养猪养畜生也是哇，穿的以我亲自的身份，当然这里没有讲他养，可是要灵要看着人家养，等于是监督的嘛，虽然你不是你也是经理，你虽然不是执行的人，可是你等于是照料的，亲自要去照料，而且你不是随便的人，还是穿你该穿的衣服。那你今天种田也一样，种田你看他为什么讲帽子，那可能夏天就不适合再穿这些滚啊礼服嘛，那可能穿比较像农民的衣服，可是帽子没有影响，还是戴你君王的帽子，哇，那真的是，所以古人你看这个很棒，中华文明啊，
这很美，他就是很讲这种精神。我们讲七星大法，对不对？精神层次的那种讲究，精神文明。这中华文明现在，净空老法师一直在推这个，就是现在就是物质文明、科技文明太猖獗了啊、哦，太冲刺、太猖獗。那为什么唐人比说中华文化可以救世界？就是中华文明，你看世界文明从来没有一个文明这么像中华文化那么讲究精神层面。所以我们讲一个难听的或直接，就是中国人不是很有名是爱面子、礼仪之邦吗？爱面子，对，面子什么意思？哪有什么面子这个东西？面子，你看也是七星大法，面是脸嘛，物质的、生理的，其实还是讲精神一种自尊尊严嘛。中国人对这个精神文化是非常严选的。我们讲的，我们不是常抨击大家，你们吃的东西都严选，然后精神食粮就随便。你看人家这个要祭拜的，你看现代人，像我马上端午节要去祭祀，还不市场买一买就算了。哎，古人不是这样的，我亲自去种这个谷，对不对？然后等到今年要祭祀清明了，或要祭祖宗了，收成这个谷，我自己种了，不是哦？反正到时候我们花钱买，然后又有人做现成的，煮好了，我买现成，像现在就钱换来的就拿去拜。以前是亲自种，你看，所以你看还好，我们花时间来读这个，亲自种哦，你看公。亲自嘛，亲自去拿着这个厨具去种，种植之后，然后呢，你自己去酿成酒，做成饭，于是乎取之嘛，对不对？不是随便去市井小民去那买，是在这里头去拿的，别的不要，只要这里，对不对？像那个广告，给我七喜其余免牌，我只吃万岁牌坚果，其他不吃。不是万岁牌，我不吃啊，这个坚呢？Jenny， 那个对不对？那个广告，于是乎起，是不是静之至？所以我就为什么要花时间？你看有两个钟头了，就是我们上次录完时间，我回去懂，再读一遍，大概懂陆电为什么这个主张，而且又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很棒，很美。你看我们今天又学了一个国语了，很像我们当初学那个袁宏道啊、张衡的《龟田凤》，你自己看我们之前那个时间秀也是。哦，二三十集，这次也可以比。我们光读一个地震歌嘛，因为一个卷顿，你看我《礼记》，你看我们接下来那一科刚好学《礼记》，你说吓死人，左右逢源，对不对？我们昨天才碰到一个左右逢源的是什么？我突然忘了，刚刚又突然想到，哇，太不可思议了嘛！哇，接下来一课就是《礼记》呢，我们接下来要上的是这个。笔记选，不可思议，就这个第一句竟然就礼尚往来，就好像突如其来。那上课又有的讲礼尚往来，现在白话都在用，请问到底是白话文言？讨厌文言，不准用。礼尚往来，一个字没有变，唉。所以我说，你看民国初年这些大家大师，什么都没有在强调这个。还在那分白话文，你那样斗，民族之罪人，文化的罪魁、哦、你说不该下地狱，没有说叫他打入无间地狱永不他，可至少要去受点服刑吧，一定有该要服罪嘛，要赎罪。轮得到我这种碎咖，我下面的米家什么东西嘛？可是你看我讲这些，完全我也没参考他的东西，因为没得参考嘛。为什么轮到我孙子我正在讲呢？我有百般不愿意有现成资料。我讲一讲不就好了，我还那么辛苦自己去发掘，可是这样也好，我还宁愿自己辛苦发掘，就好像我们读这个要自己攻，亲自的才是自嘛，才是自己自尊的，对不对？所以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养寿之官，这里看，你看《礼记》祭祀这个就很明显了，它就是，对不对？就是下一段，所以前面是讲谷物哦。后面是讲寿了，啊，比如养寿之官，等到岁时，就是等到要准备要祭祀了。刚刚提到了，你要准备要准备祭祀的物品啊，岁时就是准备要那个，所以一周岁要做大祭祭祀的时候，就是意思就是时间到了啊。斋戒沐浴，你岁时斋戒沐浴而供朝之，啊。
在节目语现在白话就会有时候还在用，对不对？就知道把那种宫颈要清洗干净，然后不能吃荤的，对不对？然后也不能胡思乱想，甚至不能行房，跟夫妻或女人男女之间有那个啊。然后而宫朝之，然后宫朝来了哦，它有养寿之官。什么叫宫朝？别忘了，这不是上朝啊！你这里读成上朝，这里就读不懂。这里前面提到养寿，这里干嘛还要跑到长楼亭呢？这意思就知，重点就知代名词代什么？代养寿之官，去朝拜。这朝好像我们说后宫临幸重幸，去那个后宫哪个妃子那里去一样。那个朝也是不是朝廷，就是往这个养寿的官的地方，很恭敬，就好像上朝一样去他那边。所以这个知是代养寿的场所。然后牺牲祭祀必于是取之，又来了，于是的是就是凿之的之，代那个地方。我牺权，对不对？作为牺牲祭祀的那个牲畜畜生，还有祭祀的畜生啊，牺权祭牲其实就是祭祀的权牺牲啊。哦，牺权祭牲必于是，是我刚刚讲过的，就是在养兽的地方，养兽的场所，就是前面讲的圈啊，牛圈、羊圈啊，必在这里取那些牛啊、羊出来，就代名词，只是带牛羊啊那些畜生，静之至也，对不对？那这个巢就会呼应前面那个嘛，是要这个灵是不是就灵巢？对啊，对，那巢，我们你看我们学冠冕还有巢衣冠，就上巢。滚冕也是上朝的礼服啊，穿着最正式的礼服去看那些牛羊，把他们拿出来准备屠宰，贡献给祖先山川天地鬼神，这是不是敬道的极点呢？对啊，我们讲过智也有道嘛，君招牛纳而视之，对不对？然后这就是朝嘛，到那个养牛的地方，所以是不是叫招？就好像上朝临朝啦，那个牛羊来见君王嘛。可要注意，这个牛不是君王的臣子哦，因为是祖先用的，天地鬼神用的，所以这只是全君臣好像作为臣子帮祖先帮天地鬼神选这个牛，所以招牛之后纳而视之，纳入之后去仔细看，所以这个那个日本叫警，我们叫警察，他叫警视厅，所以视不是随便看，察是观察嘛，我们叫警察，日本叫警视，视就是察。所以现在还有一个词汇叫视察，视察不是随便看，要仔细看，看出了丹宁，是不是？对啊，对不对？视是代名词，那些牛、那些畜生嘛，啊，皆纳之而视之，省略前面的之啊，纳这个牛，啊，看这个，那则它这个也是代名词，就是牛啦，啊，跟这个之一样，就是则那个牛毛而补之己，啊，根据它的毛去选择。牛，看你要需要哪种牛，也许需要哪一种颜色的牛、哦、或者要纯种的，不能有杂毛的，毛色不能纯的，而且去这样补之，选好这个牛去补这个牛，之也是带这个牛，是很吉祥的，可以表示去卜卦，祖先啊、天地鬼神接不接受这只牛，愿意，然后如此之后叫然后，然是如此。这样做如此，像这样做完了之后才养它，对不对？知识代名词养它，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哦，君子诸侯养寿之官已经养了，为什么再要养一次？表示养寿之官养的时候就好像农民种的，这还不算数，刚开始养可能还没有长大嘛，给他养，养到了几岁时要时机成熟了，或者他长大可以用，或者要祭祀，今天要选一头牛，这时候要君国君要亲自去找，选定了牛之后呢，要亲自去养，或者至少找比较亲近，不能再叫养兽的官养，然后去养上，特别选这个牛起来养，准备要供奉给祖先天地鬼神、嗯、然后你看君要疲变素肌，朔月月半君寻声，这是我的读法，看别人怎么读啊，君要皮变素肌，就表示要穿的一定。我想这个可能是穿的，这个是带的麦苗子。啊，皮变素肌这个当然专有名词，我们就皮变好像就是皮帽了、嗯。
对不对？白鹿皮制成皮帽，那素鸡呢？一定也是假借字，我觉得是密字旁的鸡，就是没有什么颜色叫素嘛的礼服，对不对？你看，一座素鸡把密字旁，你看才刚讲，我没有偷看啊。唉，九阳神功随你要不要用？腰间有折剑的素裳，那么素色的衣裳是古代一种礼服，没错嘛。其实都是正式的衣服，不是庆菜。戴好帽子，穿好衣服，然后朔月月半要去。你看，没错吧？朔月就是月的，我们说朔望嘛。月半就是望，朔就是一月的初一十五啦。君要巡身，对，我的理解跟他一样，就是君巡身的时机在月初和月中，一半不就中间吗？所以翻成月中就初一十五嘛。君要去巡视，你看前面用视，这里就用巡嘛。巡视有没有看到？读书要会这样读，不读后面不顾前面，你就知道看那作文它只是换字而已嘛。前面用视，这里就用巡嘛。所以月半君巡生，所以自立孝之志。什么叫所以自立孝之志？用这些，你看又来了，这里是什么？致敬，表达他全心全力去养培养这些牛，用这些举动，对不对？用这些对牛准备做来祭祀的牛啊，或者猪羊也一样，举牛就表示其他也包括了啊。当然也有可能只是科学语言，只是装指牛了啊。我说你不能 死在一点上，因为牛就只是牛啊，总是需要的用到的牲畜啊，牺牲品都是用这些举动，用这些所作所为，表达他很出力。出力我们讲的全心全力，也不要靠心意啊，心力不是光身体的力量而已，是不是孝之志？对祖先，对天地鬼神，那种孝敬，什么？所以你看，净空老法师不是随便讲，孝敬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孝顺的心意和心力的极致啊，对不对？然后又约当然是记忆，礼记的记忆又说了，君平殿素鸡，补你看哦，补三公夫人侍妇之吉者啊，这里又来，他是怎样？不是随便去卜卦，也是要很正经的。然后再去看三宫里头，三宫又来了虚数。我们说后宫佳丽三千人，什么三宫六院七十二个人的三宫就是这样。所以三宫当然包括六院，总之就是他所有的嫔妃里头，不管是夫人、师傅，当然不是太不能太小咖了啊。师傅好像是诸侯的夫人，夫人好像是天子了啊。知己者就是好的，你看跟这个一样，补知己，这个是牺牲品要补给，这也是。谁能够去养蚕？因为养蚕可能归妇人去管，然后养兽这个是归夫君管，这男女有别。有些事就像男主外女主内啊，然后为什么说五伦里头夫妇有别就这样？这是我男生做的是这个女生，所以可女生叫哪个女生来做，她要先算，先卜卦一下，卜卦一下问一下，就好像我们现在卜一下，看哪一个女孩子今年这一轮到谁做比较适合。那一个吉的人，这个泽就得人啊，补这个三宫的夫人和侍妇的吉祥，这可以翻成适合的啊，吉利的适合的那位的人。派死，你看我们刚才讲死人对不对？在晋语里头，晋文公说是能够死人，现在叫死人，死这个吉利的人呢，吉祥的适合养蚕的人，这个夫人或侍妇进入蚕。对不起，不是进入蚕。入蚕于蚕，这个入蚕就是让那个蚕宝宝入什么东西于什么东西啊？蚕室就养蚕的地方啊，养蚕的场所叫蚕室啊，使那些夫人侍妇把这个蚕送进、送入到蚕室，这个鱼可以翻成到啊，就在蚕室啊，送入在蚕室，其实就送到。进入禅室嘛，所以这个鱼这里是翻成道比较对，
它其实还是在的意思，在禅寺里头把它送进去，那其实白话就送到里面啊，对啊。然后四副足禅，这足禅就是禅养好了，这个足我们日本话叫足夜寺，是不是就毕业了啊？养行禅养好了，就好像这个你看这个四副就好像那个养寿之官一样，对不对？养好了之后就献给夫人，那一样养寿之官是不是献给君王？君就招牛嘛，招牛就献牛的过程，然后献简于夫人啊。师父把蚕养完了之后，就献那个养蚕养完，当然蚕就死了嘛，或者化成茧了，那个茧了。他主要是要用那个茧，又不是要蚕宝宝，就献简于夫人。然后后面他省略了夫人曰什么，他就说夫人负衣而受之，对不对？这个我们刚刚已经有改那个标题。标点符号，对不对？献简夫啊，以为辅服文章，以示先王，对不对？你看负一这个我就不提了。什么叫负一？负一而受，总之就是准备了什么东西而接受他献的那个蚕茧。这个知识代名词代，那负一是什么？我们这里不细究了，好不好？啊、哦。嗯、这就不需要，总之一定是准备一个什么，就别忘那个衣还是衣布，跟衣服有关的，可能是丝绸之类的东西来承接这些蚕茧，总之是很恭敬的嘛，所以敬之之，用这些蚕茧来作为辅服文章，就作为这些祭祀的礼服或绸缎，要献给祖先的，用来祭祀先王先公，啊、嗯，就是恭敬到了极点，从这里，从。记忆这些记载描述、啊、就是四来观察、啊、这个字可以当成语助词没有意思，来观察就不及物动词，用这些记忆的记载来观察，白话文是不是也可以，或者说由这些记忆的文字来观察里头的道理，那这个字就可以带里头的道理，或者他想要表达的含义也可以、啊、当成及物不及物都可以，后面的字及物动词当然它就是代名词，代它表述 的内容和道理，当成不及物动词来观察或者来了解的话，那不及物动词就有语助词、哦、均勉而清耕吉田、哦、他前面你看他省略他这里路边论述的时候就把吉田补进去了、哦、他是亲自耕种他那个吉田，则勉而换生，对不对？换养牲畜、哦、换养去养那些畜生啊、你看都是戴着正式的官帽，而且这个官帽可能跟上朝一样的、啊、不是另外再戴一个随便的或工作服，不是、啊、所以这是他推论，所以那个姚继恒才说他穿着嘛、啊、既然能够你看记忆，所以他的根据原来就是你看，可是其实他不是光耕种啊，你看他这里养兽他也是怎么样，君招牛，这时候是没有讲国君招牛的时候穿什么服装，对不对？啊，可是他那个寻声的时候倒是有讲，可是这不是戴冕，他是戴皮弁，对不对？啊，戴的这个皮帽，皮做的帽子，啊，所以他这个推了，既然耕种的时候是戴的这个很好的帽子，上朝帽子，那。如果是养那个畜生的时候也是戴的好帽子、哦、这直接翻译是君戴着帽子而去亲自耕种他的吉田，那么戴着帽子而去亲自或者参与这个豢养那个 畜生、哦、这些走兽、哦、家畜、哦、也不为过矣、啊哦、不会觉得好像很夸张，怎么会不会，不是不为就不是，不是很过分，不是太超过、啊、不守礼节，怎么带着那穿的那么好的衣服跑去养了一些畜生、啊、既然种田都可以穿的这种礼服、啊、这是他的根据，他推论的理据啦、啊、他根据这一段经文，所以他不是自己想当然的，根据这一段啦，所以、欸、他后面就在引申说皮变素鸡补三公，这夫人是夫之己的食入蚕与蚕食，这个重复再讲一遍嘛，那夫人负衣而受茧，则君皮变补身，免而圈之，
没，这我们刚刚已经那个了。对不对？就是这里嘛，啊、嗯，皮变素鸡，为过矣啊、嗯！皮变素鸡，补三个月的死路长的夫人负义而受之，则君，我们刚刚讲到的，则君皮变补身，免而劝之，又不为过矣。劝，这个、要念捐啊，捐的时候是猪圈名词，捐的时候是动词，把这些畜生捐。圈起来养的意思，所以念圈啊，圈的话是名词，动词念圈，所以免而圈是穿着礼服去养他们，又不为过矣啊。所以他觉得卷顿型还是念卷顿型，就是在猪圈里头养圈养他们啊。当动词的时候念圈啊，一声，你查过一次点就知道，我就不再查了啊。那么圈这个、他有根据吗？皮变补身，对不对？对不对啊？卷免而卷之，也不是太超过啊，也不会过分。啊，庄子里头有一句，这个我们也要查原点的啊。注中人玄端灵劳诈或劳假说字曰：吾将三月换汝。这个换就是这个换的一体字，没什么啊。他加了一个牛部而已，字形结构换部首，意思是养牛啦，可他自己明明在养猪嘛。啊、哦，所以刚刚才讲，你不要牛就是牛，哦，不要实在一点的。总之，养畜生四脚的这个走兽，可以请走。十日戒，三日斋，府里住中人，玄端灵劳诈则之，则天子皮变招人，纳而视之，补之己，然后养之，故其礼也。啊、哦，这是陆电陆农师先生的推论。来，我们看一下庄子这一段，上一次我们查到，对不对？这原文文言文。的翻译，这个是文言文古文解释啊。那原文是这样：注中人玄端以灵劳夹，说字曰：汝昔乌死，吾将三日换汝十日戒，三日斋。所以它中间有省略嘛，我们就不加那个，我们也可以加啊。你看他这个劳彻说。劳夹说字曰、哦、我们三四个夹还读成彻，对不对？读错、哦、没有认真嘛，所以你看吾将，对不对？他省略了这一句话嘛，汝昔乌死、哦、汝何必怕死，这应该是念勿厌恶死亡，说字曰，我们再加那个、哦、他是到这里嘛，三日在府里住中人，府里是应该是他推论的、哦、住中人是庄子的原文、哦、好，然后结果你看我一直留到这里没有感官，就是这样，你看我们三次对这个字可以通彻啊、哦，鞭策的策，策论的策，有没有？你看同策嘛、哦，没有错。可是你看上下文，我们上一次查的时候，你看他发现一个，另外有一个版本是不是？他是变成那个甲，所以他其实栅栏的意思嘛，猛虎出峡，就这个啊、哦，是这个峡啊，他、哦、其实就栅栏，所以这个东西念甲。好，把它夹起来，是用竹篱笆，对不对？上面是竹字头，竹篱笆来构成的，嗯，竹编起来的围篱，所以它其实就是什么？你看，诈，注中人玄端以灵劳诈，对不对？可它这里标准还是念策啊，没错，可是意思是栅栏的意思。其实你念诈也对，策诈我想也是有声音变化的关系，一定也是假借字啦，啊、嗯，通假字。那、嗯、扎是木兰，劳是猪的房间里。前面讲蚕室，就蚕的房间，养蚕的地方。
猪史氏就养猪的地方。我留这个就是等这个时候讲。所以这个测试通炸、啊。那我们看一下庄子原文吧。啊，我是怕他这里有错字，所以我不太想读这里。那也可以帮这个整，帮这个测，我这里就不查了。我们用《四库全书》本是《南华真经》，四部重刊的这个。也找不到，嗯，啊，务实还有啊，他这个是什么篇名啊？怎么会是说字篇吧？庄子有说字篇，应该没有啊。前面这有务实。十日戒，三日斋，吾将三月换，不知道好不好找。哦，就是这里。哎，好，来吧，弄好一段。过去了没？应该是到这里，对，十杀一耳。大位置。至于色欲之害，动皆之死地。目不忘之思过之，思过之甚未图司马云足显道可畏惧者也。足子乎反之因至，任而胜反。徐而正，李云卧衣正住李继云
卧席也。洞皆之死地，一本无地之。冒阴梦，柱中人，玄端，这没有避讳玄啊，玄端以临牢侧。硕字曰，所以这个字都是这个异体字，想它是没有的，电脑应该没有这个异体字。没有吗？只有这一种。没有，对。就这个，现在电脑还没有。说字曰：“汝昔勿死，勿死。”吾将三月换。十日戒，三日斋。而且其实就斋，要戒，假戒为斋字啊，斋戒沐浴的斋，戒白蟒，加乳煎，烤，乎雕祖之上，则乳为之乎？为字，谋曰：“不如食以开腰仓。”不如食以康糟。而错之，这个错就这个错字形，你看以前都要死背，换个部首错就是名无所错及手足字嘛，错之，错之牢诈或者牢侧之中，字为谋。看这一页都帮他整理好，哇，刚刚好。这狗身有宣冕之尊，死得于。豚损之上，巨楼之中，则为之，则为之为之。谋则去之。字为谋，则取之。所意志者何也？
这一段完了哈。欲瞻则生往，理藏聚而不，理藏聚而不见人寿也。人寿，寿是指猪嘛，啊，其他是我出格反，所以还是念侧嘛。李云，老史氏也，猪的房子，侧夹木栅，木栏也，啊，或者念侧木栏夹也可以啊，夹住嘛，夹住让它不要跑掉。说如字，又史瑞。这是直立，本意做成，是还做成呢、啊？好奇怪。误是误入凡，可见真的念是厌恶的误啊。误入，你自己拼音看看，误取声母，入取声韵母，误入凡。换音换嘛，跟现在一样。本意作哦，本意作牺，牺牲的牺，另外一个本子作牺牲的牺，他那个牺好像旁边不是那个，他是奶，他是。反它就吸就好了，应该是一体字。其是念侧接，反就摘啦，侧接就现在的摘接的摘那个音。后章筒后面一章，章好像《论语》有一章一章这样、哦、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小故事。后章筒，然后其是在夜反，所以它是念借咯。在业，你拼音看看就借借嘛，哦，不是念己，在业反。又有另外一个读法是在意反，啊，记，那也是念，也可以念己啊，可以念借或己，在意反就是己嘛，哦，苦高反，那就念高啊，这个念高啊，苦高就高嘛，庄旅反，主是念庄旅反主，对，因为讲过鱼跟乌会转音转嘛，啊，旅是念鱼，主是念乌嘛，啊，因为那个声母不一样，它那个韵母就会跟着变音。话是主庄旅反，昼昼，哦，四主反，昼夜的昼，它是念。昼氏之主也，啊，不是，应该是主庄旅反，昼氏之主也，不知道什么叫昼氏，化氏嘛，这个应该是有错别字，啊，化是有图画的，有花样的，装饰的主，可是同样是主，他解释主为什么用。为字余未反，哦，所以为字的为要念为为为你余未反。下字下面文章字为，哦，下文啊，下文的字为和为字同。
位置字位和位置同，同样念位，然后位你替你的替，意思四音四四阳，啊、哦，要念四康，音康，招音招，字形就会换部首，对不对？错。七故本，所以他念处嘛，故是不是念故？七故拼起来是不是好像处？好像这个，这个就念处啊。右边都是喜嘛，换部首，字也放字，处就字，然后又如字，又如字就是又如原来的读音，不用。它可见这个是破音字啊，然后又如字，又如字读成本又作，有一个版本又做错。你看刚刚我们说要换部首变成首部就知道错就错放字嘛，哦，那屯会转直转版，啊，所以这个是念转或者转。我们看一下现在念什么，在我们卷顿形里头也出现这个字，对不对？他说有一个板子是做这个字，哇，已经两点快半了，转嘛，他就是我来念顿，哇，你觉得你看乌恩跟安会转吗？之跟的，对不对？所以其实转就是顿啊，所以这两个字为什么会通假？有一个本子是写我们卷顿形，对不对？所以我们念顿是对的嘛？你看，哎，那时候就不能念豚，不是猪啊！啊，你看拖着，哎，拖着脚走路，哎 ，Oh my god！ 当初都没有查这个。啊、这个他说是化石，这个就是刚庄子这里嘛，哇，外史哦，原来是他达生篇，你看属于转损之上，啊、嗯，这化石，这是化还是咒啊？对啊，应该化嘛，刚刚写有咒，啊、嗯，就是化石，就是上面有花纹的、花样的、啊、嗯、装饰的。Oh my god！ 这个你们有没有吓到啊？这我在补充啊。所以豚，你看，所以这个根本就是豚嘛，对不对？你看还好我们读了那么多，刚刚那个土，对不对？土匪，啊。好啦，直播要结束了，我们刚好电力不够了、哦、等一下我们也哇，你看这个字很重要、哦、所有的几乎都是在我们这次讨论里头的道，那个我们这个是什么篇都还不知道，庄子太精彩了，真的是。这达生篇嘛。啊，这个刚刚是看也是达生篇呐、啊，哎，庄子外篇达生篇，啊，
以什么被遮住？以一名篇。好，还好没遮住。这印章就先不管它了。哦，这是什么图书馆？图书馆藏书，北平什么东西？北平是吗？是图书馆，北平大学不是北平什么，应该是北平什么图书馆。先这样。啊，藏书。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意味生之所无意味。分外物也。达声达唱也。声出也。达命之情者。行必先知物，物有余。而行不至，两者有之矣。趁其身。正是此正乎？有生必先无，有生必先无离行，行不离而生。有生必先无离行，有生必先无离行，行不离而生，是这样吗？啊，这里忘记这个了。达生篇，你都是刚刚那个炸嘛？南华真经，啊，来到这里，好，直转反，啊，这个转太重要了。
转就是顿嘛。这个加肉部换成足部也是转嘛，篆书对不对？秦朝小篆，啊，篆就是顿呐、啊。那转卷顿形其实就转转形嘛，在转转形啊，转转转转嘛，卷。卷其实也是转的一音之转嘛，鸡七七也会转之吃吃嘛，那乌跟鱼又转是啊，卷顿就是转转型啊，所以那个四库全书那个清朝初年他们的日讲礼记解义是不是那一本书说它是回旋型，其实也对，转转甚至我们可以翻成辗转型嘛，就是走路还是回应跟走路不是一直线不是那么顺有关啊、嗯，可是也不是好像就在那打转这样怪怪的啊、哦，这比较不同，可是跟转绝对有关的啊，卷顿转，难怪郑玄说那个卷是转，哎呀，这个真的是又次转反，次转反，啊，这个不就顿吗？对不对？又是顿又出现了，所以这个一定都是相关的嘛。时准反啊，损现在念损，其实就顿。徐是徐先生的读法是次循反啊。司马懿转。有转，你看嘛，刚刚才讲换足部就来了。有转，云转，转由转云，转由转也啊。司马云转由转，云转，由转也。顿或者损由暗也，巨楼立足反，立足，所以它是翻，它是住楼这个音，巨楼的楼念立足反就楼，鲁鲁啊，那我们讲乌跟欧可能有关，巨楼立足反，司马云。巨楼鲁是器皿或巨楼是器皿也。金种矿中铸为之意云巨巨楼棺椁。金种矿中铸为之啊，铸为之。金种矿中铸为之一云，一种是说巨楼是棺椁的意思啊。一云，另外一种说法说巨，你看那么多一种说法，巨当作，你看字形结构又换部首了嘛，所以。财官反，财官是念司官川川楼，楼当作楼，你看都是字形结构换部首，楼当作楼，立九反，
为为冰鱼砖土楼之中，为冰鱼葬冰葬嘛，冰葬于水土楼沙之中。我葬在哪里？我觉得像一个杂草丛生的地方之类的。怀公田于泽，管仲玉见鬼曰：“公服管仲首，管仲之首曰：‘仲甫何见？’他们还碰到鬼了。”何见就见何，见到什么，所以这个应该也是指示性助词、啊、见到了什么、嗯、其实也是代名词嘛。仲甫见到什么？对曰：“臣无所见，我没有所，我没有见到的东西。啊”公反这后面这个是代回病数日不出，所以他说他没有看到。齐桓公一定觉得他怎么会看到？可见他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啊。这个可能是跟这个类似痴呆，意思就是，我是误杀了吗？怎么可能没有这个字？还是这个啦，哦，这个可能呆呆为病，可能自己吓自己啊，这个有点欺骗的意思。哦，不管了，这个不是我们那个，哦，读不完了。好，那我们再来看字本。说字是出自《达生篇》《庄子外传》啊，所以这个应该给他《达生篇》啊啊好。从这里，注中人。玄端以灵劳策说字曰，或劳诈，哦，诈然说字，告诉这个字曰：“汝昔勿死，你干嘛讨厌死？啊，死并不可怕，我将会怎样？三月用三月的时间来养你，然后花十天来做自己斋戒沐浴，三日来斋戒，啊，然后花了十天三日的来斋戒沐浴。”然后哎，把你用白毛加乳肩，借白毛加乳脸，借着白毛放在你人的肩膀，啊、嗯，然后尻乎让你，所以尻乎这个乎是在嘛，在雕主，画雕主就是上面，所以他这里有时候画是，嗯，我们刚刚他是写咒嘛。嘛、嗯。所以他这个咒氏之化氏之属，应该是咒氏之属的错误，没错，啊、嗯，对不对？然后他这个氏应该是雕氏，他是解释雕这个才对，不是光解释主啊，雕主啦、啊，对不起，因为他原文是雕主嘛，对不对？他是解释雕主，不是光一个主字。组装离反，对不对？化氏之主也、哦，所以这个应该是化氏，不是？我这里就可以遵守正案了。
咒字悟，非但解主字，嗯，才对嘛，我们在看文字版，那个排版的很整齐。身手真暗嘛，应该是画师这种咒字物嘛，然后你看我会把你放在上面有花纹很精致精美的那个刀俎，鱼人为刀，名为刀俎，尾为鱼肉，对不对？就砧板上面，那这个尻应该跟他这里是念尻嘛，可他没注释，虎摇反。那我们查一下，这一定有放置尻乎？你看这一句话没有动词，所以知道他读动词，所以绝对不是臀部，他一定有安置安放的意思。我看这比较快，放置。末端不是，都不是，哎呦呦，或者它是假借为一个字，居字，居于，你看这个字应该是居的假借字，对不对？居就安置安放，来这个尻字，可是它原文是尻没错嘛。对不对？对啊，尻苦摇反，他念尻嘞，可是不要忘了，他念尻，可是居是双声字，鸡七夕转歌科呵嘛，可是韵母就怪了啊，韵母，所以这个应该是词典漏收啊，这个其实还可以当做居的假借字或一体字啊，那他没有。那你的性行为，你敲过多少个娘们啊？就你干过多少个男们啊？他是从肛门来的，那怎么变又不是肛交啊？敲，所以这个敲应该是通，我们这里又可以顺手这么按了啊。居是一体住了，不会靠靠是没有正文头嘛，正文应该也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居的一体字，这两个像嘛，一个写成九，一个写成鸡，对不对？所以这智慧能力，这个十全大本懂就知道。这就叫国文程度厉害嘛！哇，你怎么都对啊？居于就对了。总之，它就放置嘛，这上下文也知道。那你看，相对位置是借，对不对？相对位置有相关之意，借就是把它垫着啊，借白毛加乳尖啊。可是这其实相对位置相对的不太对了啊，加乳尖啊，那这个雕主之上是不一样。在这个主正文是写这个主嘞。我没有改到，它是叉叉的主，它不是这个主。有吗？叉叉两个爻其实是一体字。下一页，你看，这个才是嘛，它是，然后
则汝为之乎？啊，你干嘛怕死啊？我会这样好好的对待你。那么你要干吗？啊，你为之乎？你做不做？做这样的事吗？代名词带这样，前面这样子，你愿不愿意死啊？为我一死啊！为之就是做什么事，为之作为，做当然做死这件事啊！啊，你做不做啊？其实这是助中人啊，这个身份的人啊，或者他姓助，名中人嘛，因为他是这个职位，中人应该是一个职位了啊。助中人，那助也可能是表示做祭礼里头这个助这个身份的那个，所以他等于是一个身份的人的那个代言，不一定是人民的姓名啊。那玄端，玄端就是穿刚刚讲的端辩的班，有没有戴着玄色的帽子啊？就是穿的很正式的礼服，然后面对的这个养猪的猪圈啊，或牛圈，这个是猪嘛啊，猪圈就告诉猪啊，你们不要怕死啊，你们干不干啊？对不对啊？你为是干不干？干不干就是这个为嘛啊？那再来这个为也是。我们都讲究一点嘛，它这个是这个尾嘛，找在上面的嘛，哦，我们都给它改成这个哈，讲究一点。然后为字谋曰，为字谋曰啊，这为字谋这个也是要改，不如是为，然后这个就不知道谁为这些猪献策，对不对？为他们谋划。为他们考量，为他们想，为他们着想啊，就说，那就不如怎么样用，我也不要你的白毛啦啊，也不要你的很好的那个砧板啦啊，我只要用这个糠糟来喂我，很烂的那个食物来喂我啊，饲，所以他后面说饲是饲养的饲，不如用这个糠糟来饲养我，而错就是这个居还有这个戒了啊。放我错之牢夹之中，放我在啊错之，把我们放在牢夹之中或牢舍，把我们还是关在这个猪圈里头嘛啊，里头就之中嘛，这里头的里面，自为谋则苟生啊，自为谋则苟生，他这个都为什么都，还是他给我改回来的？啊，那我注意一下这里有没有，不如错之在居圈里头放在里头，然后自为谋，让我们自己自生真则苟生，有宣勉之尊，死得于。转顿之上，巨楼之中，则未知未智谋，则去之；智未谋，则去之。所以智者何也？啊，这应该是后来那个庄子的论述了。前面这个对话应该是未智谋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错之。”啊。自为谋者苟生，有宣勉之孙，死得于专啊，生有宣勉之，死得于专的啊。自为谋者苟，则苟生有宣勉之；自为谋者苟生，有宣勉之尊，死得于钻墩之上，居楼之中，则。而错之牢厕之中，自为谋，则苟生有宣，苟生有宣勉之孙，死得宣勉之孙、嗯，就是活得好像很精彩，可是死还是难逃一死，啊、嗯，这应该是到此为止了，啊、嗯，我们先这样。所以他会给我转嘛，所以我打这个尾也没有用，以后就不改了、啊、因为他可能认为那是简化字，他直接就给你转回来、啊、
自为谋则苟生啊，劳车之中，自为谋则苟生，有宣冕之尊，使得于钻盾之上或钻笋之上，啊，巨楼之中，则谓之，则谓之。对，自为谋没错啊，自为谋是指人，这里回来人了，不是猪了啊，自为谋，所以我这个段是对的啊。我们人啊，自己为自己谋，则苟是贪生怕死，苟图要生啊，自为谋则苟生啊，有宣冕之身啊，就随便死啊，贪生怕死啊，然后。生的时候有宣冕之尊，然后死的时候得于钻盾之上、巨楼之中，啊，则为之啊。所以这里应该是这样断句：我们人啊，自己自为谋，则苟，这应该是则。如果自为谋则苟，如果苟是如果，如果生的时候活着的时候有宣冕之尊，死的时候哎可以在很好啊、如果说要把你斩首示众啊，然后那个虎头铡什么哦，还龙头铡，你觉得这个龙头铡比一般的铡好啊？钻盾之上能够在该死的地方死，然后或者在这个地方觉得很豪华奢侈的地方，很昂贵的地方死，对不对？你也甘愿。则为之，啊，这样就愿意做。可是为自谋则去之，啊，然后呢，为这些诸谋呢，就还不如你去之，不要这些，我宁愿吃烂一点，我也不要死在那上面，啊，你看，为自谋则去之，自为谋则取之，所欲自者何也？啊，我们所欲又来了，只是新代词，不同。和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你看这个就很难讲了。这个所，这个者又有所又有者，所以它应该是怎么读？你看啊，自为谋。则苟生，如果生，只要是生活啊，时间到了，没电了。关机了。如果只要是生有宣冕之尊啊，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哎，刚好我们休息一下，我看一下。刚吃的也蛮饱，今天应该是中午吃就好。现在继续啊，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好了啊，把这一段告一段了。脸书没有直播，没差了啊。这个自为谋则苟生，有宣冕之，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啊，自己为自己谋划自己的人生生命，啊，只要生的时候很荣华，对不对？死的时候也很光荣的话，我也愿意去做，啊。可是你看，如果我们帮那个猪去打量的话，大家也知道干嘛呢？我宁愿人家说好死不如烂活嘛，对不对？那为猪去谋呢，就不要这些东西荣华富贵。可是我们自己谋自己的人生呢，却会取之，要这些东西，要这些荣华，这是代名取就要嘛啊。那为猪打算，看到猪这个寓言故事，我们会这样想，对不对？那为什么看到碰到了猪就转弯，就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意的原因是什么呢？啊，是什么？这个者就的原因，那这个所就是我常讲的代名词已经。给这个者用了，那这就不是什么助代词性助词啦，它就变成一个完全是语助词或者副词修饰
不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点那个强调那个到底就是从这个所翻出来，究竟是什么才让我们跟这个猪会有不同的考量，对不对？这个所就有强调的意思啊，然后不同的根源，不同的症结到底是在哪里啊，就是从这个所翻出来，懂吗？这个所这个就是有强调的用，是什么呢？在哪里呢？也可以哪里或什么都可以啊，就是这个也是那个访问词，那这里就好了嘛，到这里为止了啊，黄公廷。那这个很好哇，这不就是卷顿？可是跟卷顿不一样啊，转顿啊，那个顿他那个寻他怎么住啊？石准反，徐次准反，司马云转有转，云转有转也，太奇怪，云转有转有转，云转有转也。啊，损有暗也，啊，所以转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就是转暗呐，啊，那转其实就是转有转云，转有暗转也，意思就是转就是我们像我们有转香那个词，表示那个香是有花纹的，很美，有吗？壮士相闻的旁香啊，香篆，你看也称香篆，表示这个篆是修饰词，表示这个香不是普通的香啊，就是比较华丽的啦。所以它这个篆损也，这个损就是死得于篆损之战，就是华丽的桌案。我们说举案齐眉，就是餐盘上了，这个案是餐盘的案啊，损有案也，餐盘的案。这就不是蓝笋的笋了啊，不是蓝笋，也不是笋鼻的笋了啊，这是也不是钝了啊，蓝笋是横木，所以这一定要查国学大师啊。盾牌的把手也不是，跟盾牌都没关，这时候是桌案。那跟我们那个卷盾有没有关系呢？这可以再研究。哇，这真的是。可我们那卷顿形是形容词，对不对？或者一个动作，啊，这绝对不是一个餐盘，它这里是放在一个地方嘛，啊，马索，啊，顿，牧民，啊，一种树木的名字，损，古代官旧的车，啊，案有没有？它反而没有引庄子，啊，案就是桌案、几案或举案齐门就餐盘。那种案有脚的餐盘，下面有脚的，不像我们现在自助餐不是也有餐盘吗？上面才放我们要盛的菜，那那个餐盘下面还有长脚的啊，有支撑物的那种就叫案。举案齐眉就是举那个东西，绝对不是整个桌子给你举起来还得了啊，那不是大力士啊，然后还能齐眉呢，所以这个答案都不对，对不对？只有。在棺木的时候也不对啊，不是交通工具就是这个案，结果他这里反而没有引用庄子，对不对？栏杆的横木也不对，那这个看一下汉语大词典，防卫之物也不对啊。你看，哎，成弦因素，那我们这里怎么没有？所以他这个转损，他这个转春，他念春好，转春，他是指死得于很美的那个殡仪车上、礼车上，啊，殡葬的车上，生，自为谋者，只要啊生的时候有宣冕之尊，是宣也是跟车有关嘛，所以车部嘛，啊，可以开好车、开名车，死的时候也可以死在。哦，那加长型的礼车上，就类似这样。那加长型就是这个篆字，形容它奢华嘛。刚刚讲就是通个篆，所以他说化儿车啊，或者化泥车。所以我说这个儿可以念泥嘛。可是他你看他通案这里却没有，对不对？那他自己成弦因素，那我们这里怎么没有呢？对不对？
我们这个难道没有成玄因素？南华真经哎，反而没有水，没有那个、啊，哎，奇怪啊！啊，反正他损是念那个，嗯，那这个巨楼才有跟车有关果嘛，有关的嘛，啊，哎呀，看还有这样的，那、啊、这又是字形结构换部首，它变成车部而已嘛，那、啊、现在是木部嘛，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而是什么东西？应该是载尸体、丧葬、伤病的车。好，念而还是念而？应该也可以转上车嘛？啊，对啊。然后化而车就是说有装饰的啊，化就不要用来文学语言，它不是画画，画画就是美好看嘛，美丽嘛，美丽就一定有加工过，所以翻译的话就是装饰的或者很精美、很豪华的，就它的意思。所以它这个春，它这里是念春，春的话是侧车啊、嗯，或者炸车，转是画式，有没有转画式就通那个竹字头的转、嗯、这是那个什么我们看的这个南华真经还没有的嘞啊、嗯，没有这个解释的啊，哎、嗯，它在上一页啊。哦，春真的念春，在旧的春，有没有就这里？啊，化而车，啊，成全因素奇怪，我们这个应该也会有成全因素啊，所以什么版本有差哈、哦？啊，我们之前庄子也有看那个，他这个就是用郭庆凡的注嘛，你看我们之前庄子的《石敬秀》，哦。有没有？这是他有郭庆凡经世名望啊，然后这个损读为这个意味在旧的车啊，那是引王念孙的说法、啊。损读为春啊，损春，你看讲过损，或者循，遵循的循是鸡栖西转之之师嘛，啊，那他这个是春。那、啊、蓝笋是支持是一组的嘛？支持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支持是一组，它可以转换啊，笋春啊，声调不重要，就变成那种。那这个也是用字形结构换部首去推的嘛？啊、王念生说怎样？嗯、啊，这个我们要看郭庆凡集市那一本才有了啊，要找庄子集市、啊。不管，我们这样就可以了。啊、那最重要的是这个哦。要命这个字哈，我们就不额外论述了，我们只要把这个连接 copy 在那边就够劲了，你看你看你看这个本又做臀，对不对？哇，这个又很够劲，转字很，转字很重要啊！唉，你看，卷顿形，这顿他还写这个顿，对，他说这个顿一做这个顿嘛，对不对？原来是这个顿，就拖着地板走嘛，而且卷这个圈，你看会绕圈，就表示不走直线嘛。啊、嗯，不走的那么，所以后面有端形就走直线，那么卷顿形，啊，那、啊、这端形啊，走直线。那我们讲过这个可能是疏端形，对不对？啊，卷顿形，然后死变形，你看哦，这真的是要命，这个，哎呀。
看，我们这里给他一个。拖着脚走路，这三个都很重要。他竟然会插错位置，连我的程式有 bug。在注脚符号、注脚区域里头不能用。你看，我插到这个位置是错的。就是注脚。注脚区里头不能用那个我那个写的那个程式，这很重要啊！拖着脚走路。这应该还是从《礼记》来的，然后就顿转，你看那个转跟顿又是声音转换，对不对？转这个，是查什么钻箱？看这个反而词都没有。那叫镶钻。转完式的盘箱，
哎呀，应该是这样吧。嗯，这种用法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有转也啊，这你就完全懂啊。他说做转行是通这个，什么意思？做什么行？这里是图片没有贴到，因为我都贴上传文字。哦，还不是一样。但是他当时还在用 Big Five 嘛，还没改过来的，一样啊，形体也没有变。这句是废话，啊，这图的一体是表示这个时候，他这个意的时候是跟图是做一体自用嘛，啊，那图跟转，你看它都有乌的音嘛，那德特本来就一组组的嘛，可见它声母是同声母，然后韵母是很是类似的，然后又是通假去。好，像这里庄子这一段应该就 OK 了啊。素鸡也是一种礼服啊。啊，意思就是说，所以我们是怎样跑来这里看庄子说字，是不是？对啊，哦，就是是这里嘛，说自由吾将三日换有十日戒，对吧？然后三日斋，他是用齐，这里也是用斋了，哦，只要三日斋，佛礼住，所以就可见他这里是到这里而已，没错，我们这个下引号，对，啊，哦，佛礼住中人，玄端灵策，劳策则至。则天子比变招纽，那是之，啊，所以他这里也是，接下来也是那个，这一样，我们就给他按确定，啊，这样才有。那我们一样休息一下好了，哇，已经快圆满了，刚好。那等一下，我换另外一台这个手机来录，否则没地儿。这一台手机就可以边充电边录了，小米的，那Sony这一台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哦，Xperia 我弟买的应该是蛮顶级的，可是竟然这样，唉。这一样，嗯，你看有没有这里就比较好。啊，福利有吗？这接下来是入殿，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讲入殿的推论嘛。他前面引庄子，啊，庄子的《达生篇》啊，嗯，其实这里呢一样出自庄子，我们可以加书名号《庄子曰》，嗯，等一下再按确定了啊，好，先暂停。阿弥陀佛，小造业多念佛，三个钟头了哈。阿弥陀佛，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大家晚安啊，晚安，差不多。我们继续哈。刚刚我们这个皮雅啊，在这里，庄子这里啊，庄子讲的那 Facebook 因为没电了啊，我那个手机没电，所以暂时到那边了。那讲差不多了啊，大概是这样。那主要是这个。转字啊，或顿字，哦，很棒，让我们了解有这个情形。这个说字可以给它这个编辑一下，出自庄子。还可以打中文哦，
妙，还可以打中文。好，这个用到就帮人家一下嘛啊，选自《庄子·达生外篇》。啊，这是外篇达生嘛。这里何便之微公曰：何谓田开之曰？也是这样没错的，主要是把他这个无关紧要的，这也不是篇名嘛，结束。知天地之大，万物之多，何为？虽不足。虽不足。而不可不为者，其为不免。接着就当达生，他这个是第16页嘛，那我们这里达生就十几了，所以他是达生篇嘛，外篇。啊，生，庄子子怎么多了一个子？好，其实他这个是外篇达生没错，你这外篇我也要做一个词汇。选自这个《说》字，庄周。出处庄周《庄子》，庄子作者未知，选自《庄子》，不是错字啊，选自《庄子》，作者未知，啊，这里可以写庄周。助人助人中以临劳，说是曰：汝昔勿食吾将三月换汝食日，戒三日哉？戒他这个是己嘛，没关系了啊。这个反正假戒字，他可能根据别的版本，我们这个虽然是戒字啊，对不对？我们现在是草字头，白毛加汝肩，戒白毛加汝肩，尻乎？那其实他这样断句也对，借白毛加汝肩尻，把你的肩和屁股加汝肩尻乎，在这个雕俎之上，则汝为之乎？所以我们这个断句可能还有问题嘞，这不一定是，这可能真的是尻，尻就是屁股嘛，肩膀和屁股嘛，所以这样好像对，倒不是一定是居啦，臀部嘛，把你的肩和那个屁股都加到，什么？你的肩和屁股加到这个很精致的这个砧板上面，那你肯做吗？你肯愿意配合吗？你看他这时候，
垫上白茅草，把你的小腿大的放在足上。所以他屁股这里是当臀部，是当大腿，那肩是当小腿。其实可能也可以，因为肩也不对啊，肩那肩靠这里，可能肩靠肩还可以当什么用？难道有小腿吗？颈部两人两肩，对不对？那个关系的读音不要误人子弟了，因为可能是十全大补完，我们智慧能力不同，这是我们知道的肩啊。四足动物前腿，哎，对啊，的根部嘛，啊，所以它就是前腿的根部，臀肩、阳肩，它其实前腿就是相当于人的手嘛，啊，也对啦，那尻可能就是后面的脚，对不对？所以肩尻可能就是前脚和后脚了，啊，所以这里我们要搞一下，这我们读错，啊，加乳肩。加乳肩靠乎雕琢之上，借白毛，加就这里加就是把后面的东西加在什么之上的那个动作，这个加的字义是这个意思，把后面的受词，它的受词放到什么之上，那上好像加在它之上嘛，我们说加码嘛，就是把那个马放在什么的上面叫加马，我们加马怎么样？加马，对不对？我们奖金什么加马，就是，就是这个加马，那个加也是加，把马加在什么上面，对不对？把多余的奖金或金额弄上，所以说加乳肩乎，加在什么之上，对不对？在就乎，这是对的。借白毛就垫好白毛，好把我。白毛下面铺好白毛，把你的大脚小脚放在那个雕组之上，你愿不愿意啊？这个才对的哦。所以这里我可以伸手撑安，尻是后脚，所以它不是居的，把你的肩再来，其实肩如果肩伸的是肩膀，动物的肩膀前脚这里的话，尻是屁股嘛，屁股臀部接到那个大腿，所以其实就前脚后脚都放在那上面，那就借带全身嘛，这也可以写说这个是借带全身。全身。是借带，把你整个身体都放在那边。那这个下一页我们就要改了，这就不是伸手正按那个靠当作居了，靠居了，改居字一体字正文统。是错的，其实还是念尻没错，肩尻，对，那时候没注意这个，所以还好有看人家这个，加入肩尻，哦，雕琢之上，那就不要改了，那个不是很重要，把你的小腿大腿放在就前脚后脚，这不能小腿大腿，因为通常小腿大腿是同一只脚的，应该前脚后脚。魏自谋曰：“不如食矣。”为这个猪来盘算的话，那还不如怎样？不用，不用，不用你的，我不要，还不如用这个康昭来喂啊。不如食是以康昭而错之劳妾之中，要把我关在牢笼里吧，关一辈子喂鱼，好死不如赖活。这里要不要写原因啊？不用修改原因吧。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补充，
内容补充。出处自入名就可以了。长寿嘛，其实庄子啊，那说字是出自啊，说字选自庄周，应该是庄子啊。那这个是他原文。然后这个是最后这个入殿的那个推论啊，哎呀，礼数是怎样？注中人玄端灵劳策啊，到这个猪圈这里选择这个猪，就好像前面选择牛一样。那么天子哎就会戴着皮帽去招牛，那其实他这里是不是戴着皮帽？对，皮变素鸡啊，招牛纳而饲之啊，捕之鸡然后养之啊。这时候天子来亲自去抚养它，而且是每月初一十五的时候都会去看顾它啊。本来就是当时的，这个可以翻成当时那个时候的礼节礼数，所以没什么好怪的。春子穿那么正经，还跑去这个养猪养子，不像人家一般。我们常常会觉得到那一种比较养动物的地方应该换一套服装，不是？那他为什么要穿那么正式的？甚至连举动，对不对？这个走路行不举足啊，都讲究，因为表示敬之至嘛。哦，称其芙蓉，而且表示敬之至，很恭敬。那或言牛，或言雉，其实是有的是说猪，对不对？像庄子是讲猪，然后以礼记义呢是讲牛，其实。是一样的、哦、所以我们白话其实是就这样来，那个实际要讲的礼节礼数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其实还是代名词，那个实际上是一样的意思、哦、所以我们今天白话的其实就是还是其还是指不定代名词嘛，它就没有指定什么，反正就是你上下文看讲谁就带谁啊，所以他说择之以便，则患之以免。意思就是在选择这个牛和猪的时候，这个字是牛或猪，对不对？雉嘛，啊、哦，这里不用猪，用雉，啊、哦，择之以便，用便就是用便服，带上那个皮便这个服装来选择这个牛或猪的时候，则患之以免啊、哦，那个就会用戴着这个冠冕堂皇、戴着很正式的帽子来养它。选择的时候可能戴的比较。其次的帽子便帽可能没有冕帽，这种帽子可能没有这种帽子正式，这就礼又怡然也，因为这时候距离祭祀的距离又更近了，对不对？所以更高级了，更慎重，所以这是礼讲等差嘛、哦、所以他说的礼节又应该是这样就是然字、哦、应该是怡字、哦、这里有一点的怡就是没一点的怡、啊哦、一体字，这是礼节上又是应该这样做啊啊，就这个也是、哦、如此，那么啊，然就如此，如此就是像我这样推论的话，那么行不举足，其如流，就是免行之容了啊。所以他是根据养猪养牛这件事来倒推《礼记·玉藻》这里说卷盾形的卷盾啊、哦、他是主张是卷盾形的，这里的卷盾是什么意思？原来就是像去看猪圈选猪，然后把这个猪选好或牛选好之后来饲养的时候，那一种服装仪容、哦、就是免行，戴着帽子做任何的行为举止或者行走，对吧？这里就可以衍生为行为举止啦、哦、不是光行走而已，戴着帽子那一种行为
行动的容貌的样子的，就是这个四字，就是容貌样子啊。所以他说他是读玉藻的卷臀形，不举足吃如蝼，其实他是读成卷臀，如卷臀般那个形不举足，而且姿如流，他应该还是读成姿如流了，姿还是读成衣服的下摆了。那遗留如此是端形之容，那端他前面解释了，他也认为这个端是另外一种帽子，端变。那三三其实是变形，带的变就是这里的变，折之以变，变形。所以它其实都是帽子，只是戴着不同的帽子的形状。再来，我们这个端查一下，端是跟帽子也弯帽，所以这是三种帽子，也就是三种等级的。我觉得端是也有跟帽子有关，以前有读过，这当然是十全大补完了啊，所以碰到的时候要稍微背一下，该背的时候要背，不是什么都把。都用背，所以大家以前学国文都只有十全大补完，九阳神功别外那一招去学，那是不行的，也不够的。对不对？不能都用这一招啊。不能都用这一招，还是。所以另外有九招，就是告诫大家说，哦，端冕有这个词嘛，对不对？玄衣和大冠，古代地方贵族的礼服。那大冠这个端服就是，可见端是玄衣啦，不是帽子。可是我怎么记得，玄端之服也是大冠，所以它是跟玄端有关嘛。玄在古代一种黑色，黑就是玄嘛，玄。我们讲过北方因为遥远的，我们在上课有提到，有同学很不错，他这个名啊，讲到这个名，讲到这个名，但名茫，他也提到庄子北冥有鱼啊什么样的，北边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大海，所以他用名就是比较不清楚。那么我们北像庄子为什么会北方，像我们中国以前交通不发达，北方都是寒冷西伯利亚那一带嘛，就会觉得非常寒冷，没有人去，自然对那里没情况不了解，就好感觉好像黑漆漆的，这种黑漆漆是知觉的黑漆漆，不是视觉。我们讲过七星大法里头五官会通嘛，就是心里的不明白，心里的恐惧无知反映成视觉上好像黑漆漆，不是北边都黑漆漆啊，像永昼有日怎么会永昼的时候怎么会黑漆漆，所以这是文学语言嘛，所以明就是让你看的好像不清楚啊，就表示你对当时的情况不清楚，这是一样的道理。那这个玄，所以北方叫玄武，有时候南方朱雀，对不对？玄也是黑嘛，这种黑都是文学语言的，也不是真的都黑，没有太阳。后来玄就有黑的意思，就是跟这个有关。我记得夫子，奇怪，我记得端是帽子，难道原来是衣服？那我自己弄错。那端行之容就是穿着端服喽，对不对？奇这种服装的时候。就不是帽子了，可端你看原来是跟人头有关，端是手，对不对？结果反而变成衣服了，不是头上的衣服，像我们脚上的衣服叫袜子嘛，头上的衣服叫帽子嘛，身上的才叫衣服嘛，你看反而没有帽子的意思。那好吧，这样礼服反而是，故曰玄端，其一正服，故曰玄端，一玄端，这应该念一四声动词，一玄端，好吧，好，那端，我以前没有记得很清楚，所以端就是，这砖是因为端的右边是念砖，所以它就可以通这个砖了。因为书信里头也常写端的右边，那个端的右边这半部就是砖，你查词典就知道，那是砖，这就不查了。
然后这不小心按到，看可不可以把它删掉。这不能删掉，删这个。这个我们复制一下，因为到时候做这个时间，走三个钟头，我们这一集只能讲这个了，因为也不要太长，不然它内容会太多。到时候我们因为我们花很多时间讲嘛，到时候这里都可以再，我就不要再找一遍了。这一样那个拿身是装饰的。没有，这里要加，这要用我那个，程式给它加括号。这怎么变黑的？黑的还有这样，然后他还记得下来这个这标签，这个井号后面就是这个标签，然后他就。这样就有颜色了，没有颜色我没办法判断嘛。这个是应该是跟文件处理有关嘛，还有文字处理嘛，对吗？前后加刮胡，把它全选起来处理。你看我这里程式给它跑一下，它等一下前后就会加刮胡，这样就好了，你看多方便。最后后面这个漏掉自己手动加，有没有？你看这里就加了。我这时候再贴这里上来，对，这样很好，那不错的 ，OK。好，那我们接下来是这个，这个就可以关了。这个附上超连结。然后这个。说字，好，就这里，对，再回来这里，所以这刚刚讲过了嘛，端形是一种冕形，所以他认为卷盾形就是冕形啊，带着这种正式的冠冕来走的样子，那这个走的样子就好像在看那个养牛养猪的那个情形的样子，他是这样解释，所以陆电还是有他的主张。也自成一个道理嘛，所以他才敢写成这个书。可是姚继恒对他的批评就是说太穿凿，对不对？前面有提到他说他是穿凿的。好，那我们皮亚这里这一集等于是带大家读一下皮亚了哦。然后皮亚相关涉及的，甚至我们扯到了那个国语、敬语里头都有，还有这个什么，庄子更不用说了啊，《庄子达生篇》里头说字这一章节好，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这一集就先到这样，阿弥陀佛。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去看那个后面的了，有吗？我们到这边了。运补礼记事务，日长礼记协议，上一次这个，上一次到这，我们继续往后走。那这一次只是上一次皮亚漏掉，草草了事，这样不行，这一次就。
把它圆满。那这一样，我们记一下这个皮牙的文字啊。啊，这里也一样，帮他。刚刚我们是看《星汉集》嘛，哦。啊，你看皮亚卷几卷五是？他这个没有分大小字啊，他没有注文就没差了。这怎么会变这样？哦，死啊！这不管这个，这个没有做好。我这里没有给他做个那个，那就可以。羽毛也柔，如此一列，这样对了，这样，那他这里是没有小注，我们就不用加括号。那接下来是文工法源源不符啊，那这里一样，这个有注文啊，我们都直接贴上来，这样不好。那我们找国语，那国语也有四部从宽本啊，我们还是以这个为主。这个是乱七八糟的。如是者常众，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术。怎么会那么糟？啊，第一页应该是对吗？也是这样，改成国语。自如同甘死部，上海寒崩楼，楼界杭州夜市。这是长啊，明记明经理刊本，经理刊本影印，你看他都用那个影加三撇而已。原书版框高营造尺六寸八分，宽四寸九分。那要记它那个板，你看，你看那个古书的一个木板嘛，讲它的尺寸多少，那它的单位是营造尺，这当然是古时候的一个量的啊，你不能拿现在公尺去。然后这叫国语解序，
然后这个是伪造。其孔子发愤于旧史垂访于树王。左丘明因圣人以书意托王意以留早。那么这魏晋南北朝就写这种骈俪文了、啊嗯。其渊源大神不管了。好，我们找这个刚我们要的那个晋。皇宫法远没有。法远对，又宫法远就是这里。嗯、好。君定王室而残秦民。君主名将焉访。访一。这个方其实字形结构就是方，方就是棒嘛，对不对？旁里头也有方，你看旁边的旁，旁里头也有方，对不对？那其实就棒啊，一棒，所以一棒，对不对？唉，都假借字啦啊、哦，声音推感思不知啊，所以余力。不成也，立君立也。为君徒之公曰：“君子乃出阳。”出降也。又公伐元。可见这个宫应该还是晋文宫，嗯，承前嘛，承前启后，这是赞叹他，所以应该是惊叹号。乃出阳人，出就是降阳人，奇怪，出不是放出哦，释放他嘛，出降人，嗯，应该是释放吧，不是降降。又攻伐元，元不服。不伐之、嗯、所以去讨伐他，令以三日之粮，三日而元不降。公令疏军，那、嗯、他就是逐步的疏，有没有看到？他是逐步的疏哦，看到了没？书，那他连注释都是逐步的书。撤也，迭出曰：“去刺探军局的这个谍报人员出来了，啊，出现了，啊，或者回来了，啊，出就出离开邻国。”离开敌国回来报告现在的情报啊，原不过一二日矣。所以你看能省略就省略，不过一二日干什么？他也知道你读的人知道不过一二日就倒了嘛，对，那还要讲吗？这个他这个尖跟那个不一样，他是日的尖啊，就间谍的间嘛啊，间后矣。我就视察观察，前面看讲过了啊、哦。那军力就已告了，晋文公就说：“得元而失信，何以使人？以后怎么再去命令人，而怎么还去领导的臣民呢？”嗯。何以使人弗信民之所避？
人民在乎的东西，你才会去庇护、去保护。啊，不可思议，不能失去。你看那个什么必应，必应还是看得懂。啊，这个没办法啦。那我前面讲过的，不要骂前人，因为你看刻这个木板，对不对？刚刚你们看到，能省当然就省了嘛。那就是我们读的人程度太烂，读不懂，或者教的人不会教，才把国文搞成这样，乃去之，于是就离开了啊，放弃他，这之就离开他就远嘛，不太攻打他。其你看人家是孟门，他是蒙门，有没有？声音都发音很像，一定都是错别字啊，同音错别字或假借字，只因蒙门而远请降。啊，人就想来投降了，归附晋文公了。蒙门元帝也，请降退。你看他这个退是写这个退，退以赦。而请降，退一色而请降，那退，进退的退的一体字啊。王公立四年，啊，楚成王伐宋，啊，晋文公立为国君啊，四年。当然，晋文公有一段很有名的故事了，他立为国君，对不对？嗯。好，这很好，那我们就也帮他整理了。所以你看，整理的人，整理的人是谁？还是只有我？大家都很忙哈。这个一样，第一册第一页就给他整一整，不要这样乱七八糟的。这是第三册，我们刚刚整第一册，对不对？五与三，这个晋与九的篇名也可以。国与伪世界，这样就好。惠公入而备内外，内外什么不管他，晋惠公嘛啊，惠公就是好像重耳是晋文公嘛，惠公好像就害他夷吾嘛，啊，好像是夷吾，惠公好像是夷吾，晋文公是重耳。然后后来重耳回去复国，他本来就把夷吾赶走了，他就做晋文公。《史记》里头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那个晋重耳复国，那标题不知道叫什么忘啊，好像整理一下，乱七八，所以他是晋语第九，哦，我们这个是晋语第九吗？59页可能不止了，哦，你看他在第几卷，哦，我们往前翻哈，其实这个也不对嘛，这篇名都不对就把它删掉，他可能是有没有这里他切分欧西亚的时候，就范也是跟着重耳跑的行程嘛，这里分段的就给他分一下出现功。刺杀也，
主要是看它是出自哪一篇呢、啊？那个同也是错的。义德之故。己当为己，提手防己灭也。人挤人，这里是排挤的意。转念。皇帝战于版权是也。哦，退避三舍，有没有看到？人齐避君三舍，治兵为征伐也。他在旁边看不出来第几卷，所以你得一直翻到前面才知道。哦、好像国语多少，这也是错的，要给他改一个。十四世父，故曰未半，乱不常事，不常。这样的就没有必有公子公子为子子必有亲、哦、这是国语敬语里头的，所以这是第十，我们刚刚整理的它是第九嘛，它其实是敬语。其实我们查那个《辛汉集》就该有了。国语。为世界所以国语敬礼第十嘛，文公在狄十二年，文公晋献公庶子重耳。从而避骊姬之乱，请这样。文公在狄或宅啊，哦，是吧？所以这个是晋语第十，然后，对，又攻伐元，对，又攻伐元的。那这里一样，我们要，其实它这里贴到我这个云端，它就没有颜色，所以我还是要贴这个，
那它这个有标签嘛，应该会跑到那刚刚那个定位。果然，嗯，然后这样有功法有，一样我们贴上，再用这个前后加，我记得全选前后加，然后这样前后是不是加？这个程式再修改一下，这最后一个就不会漏掉了啊。又回来这里，那后面我们附新汉籍的啊，就会知道，也可以知道一些译文，很不符古法字。哦，书卷里书，你看它是这个书册啊。然后还有一个是叠见后也。所以你看它是这个弦，它是从月亮的月这个弦，然后这个是壁印也，啊蒙，梦门原地，应该清晰，退一色而原想。哎呦，退一色而请降，退一色而原降。啊，转曰，哎，你看不一样哎，对不对？乃去之，即蒙门，这也不一样。而请降，蒙门原地。那转曰，这个转是指左转，退一色而原降。啊，那。我们这里是推一色而请降、啊、而且它是请降，不是说转约。我想应该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出新大印，完全都那个嘛。对啊，哇，两个版本差那么多，正好。好，我们这一堂就到这为止。啊，那个还没给它贴上那个连结。就很棒，现在你看那个资料那么方便啊，那我们都不好好的善用，很愧对，这一巡也是有问题的啊，把这没必要的翻漏吧，这也不是偏名。假的那个片名就拿掉，像这个树也是、哦、好 ，OK， 很棒，好、哦，那下一次我们就从这里继续往后。好，阿弥陀佛，哇，四个钟头，少造业多念佛，阿弥陀佛，哇，又五点了，阿弥陀佛，大家道业精进哦，阿弥陀佛。